反过，我关照伊，今日一仔囝，请迄个嘛，我去吧吼。哦，好来。咱关照各局处的这个主管吼，各位媒体记者，各位贵宾，啊，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咱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第七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905年6月7日上午9时21分。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陈副议长余悦等12人，列席张县长花冠等26人，来宾各报社记者等29人，主席陈副议长余悦，秘书长黄尚文，议事组主任张彦博，记录卢正道、林绿营、王义璇、黄旭平。主席宣告开会。一、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议事日程。二、议事组宣读第六次会议记录。二、县政总质询以业务质询。三、散会，上午12时16分以上。咱的上次会议记录，各位同仁，有啥物嘅？无吼，无咱确认。啊，恁个今仔排定的议事日程是县政总质询吼，甲业务质询。啊，即马咱请林保办议员来开始吼。大家主席，咱张议长，咱管路，各处的处长，咱媒体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来请这个阿乐城乡发展局来，青蛙处，青蛙处，来掏钱哇，来。来。处长，副处长，副处长有来啊？无，伊即摆做秘书长，拢副处长在对。hello， 副处长，我请教一下吼，咱嘉义县吼，还佫偌济迄个啊？即个成功电地啊无路的啦，吼，你有诶是讲面临伫即个环线道路啦，吼，环线道路就袂当做路嘛。应该这是毋是咱政府处爱提出一个计划，吼、哦、来有管路啊看咧来叫含电管咧来咧咱营商吼无处理，无你只建地讲我听来比农地较无路用啦。对啦，迄个议员副处长议员去讲这作一下，因为真济山区的所在有建地无路，煞袂记住，所以讲应该爱是。这应该是爱为。为讲爱为建设课，但我唔对。我甲伊，我了解是一定咱建我厝爱提起用咱自治法吼，爱来修改嘛。无你遐你遐根本讲建地是建地，就比遐农地较无路用啊。吼、哦，你有咧你过人诶路，当唔过嘛。吼、哦，无咱就爱想着套办法咧，安怎变有路嘛。吼、哦，这才为咱建我厝咱来建议来处理嘛。对啦，建筑的自治条例爱修正一下啦。你看，副主席，恁有办法好好修改无？大卫主席、张议长，那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非常感谢我们那个林宝平林议员在关心有关于建地为临街那个道路而针对那个建筑线没办法只是这样子的议题啦。那因为这部分的话，其实牵涉到的范围非常广。好，那就目前上可行的比较可行的一些方案的话，我是觉得是可以用一些像一些容许使用的方式来做一个解决。那至于议员这边所提的要用自治条例的方式的话来演绎的话，这个我们可以来思考往这个方向来执行。不，副主席，你用什么方法，我拢无意见啦。哦，但是我们就是讲会当予咱的全民。哦，方便，你环线道路嘛，本来就是路嘛，哦，是不是？哦，但是你未当，佫未当防住路，哦，清着建筑线，迄我规个拢无效的，哦。是。
是防汛道路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再跟水利处这边。对啊，所以恁在恁恁来去家己恁想办法，伊爱吼来替老百姓解决代志嘛。吼、哦，唔是咧，互老百姓规个等伫遐嘛。因咧讲听咧，因咧迄个，我无路无路时啊，唔这边我在处理，吼、哦。啊，因等咧咧等咧几十年嘛，唔知。啊！你咧买一条路出去，人买人有诶，你买也买，人有诶含买都唔买你啊！好、哦、啊，你环线道路本来就是已经就是大家咧行路嘛，是真卡咱是毋是咱咧自主条例，咱看吼恁愿意者，咱变合法诶，变咱红处的电路线嘛，这拢无算心嘛，是老百姓方便尔嘛，哦，是毋是安尼？跟议员报告这部分的话，我们会再跟水利处这边的话，针对刚刚所提的防汛道路看是，因为这牵涉到那个整个道路上认定的问题啦。好，那我们会再跟水利处这边，我们再来、啊、再来协商。你研究员话，我麻烦你看咧，拍公司五万，反正一万，还是你电话员讲拢袂要紧啦。好、哦，卖讲吼，起码甲你问你安尼讲，到时拢我就拢。会说恁嘛袂记得啦，吼、哦，我唔好这种态度啦，啊，这种态度吼，后边的会议就无同啊啦，吼、哦，我是甲你讲的啦，恁愿意会使哩，袂使哩，爱阮大龙知影，吼、哦，一定我咧报告，阮恁老即顺啦，含吴树龙含吼，阮恁老即顺啦吼，对，是毋是你会当含甲馆长吼、哦，大家来检讨看卖咧？为了阮国民大家吼，诶，卖损失大家卖互因的权利啊，甲因的财产卖损失那些啦，吼、哦。这个没问题。请坐。请回坐。来，好啦，即马咧，来恁联合咨询，政法处有要问的无？有要问的，恁怎做安尼问啦？恁联合咨询嘛，啊，唔免搁伫安尼出来出去，有就是说。安尼，好啦，嘿，安尼啦，吼。对一个局处，恁要问的，啊，恁有联合咨询，你有要问的，怎，是怎问问的啦，吼。来，吴议员。议长，我们各局处的长官哈，我们媒体朋友，还有各位同事哈，啊，本身哈，要请教你哈，啊，大埔区工业区的话，一期已经开发好了嘛哈，即卖进入第二期嘛，啊，第二期的话哈。啊，不是有发现讲吼，咱一路二线遐个树啊，好小叶懒人遐个树啊，是安怎拢刷走去？处长你知道吗？大主席陈议长，那谢谢那个吴议员的关心。这部分院所指的是在我们工区的范围旁边，还是整条162线？啊，在工区旁边。在工区旁边的话，因为之前的话，我们有针对。那个我们园区的那个七路部分要做一个工程穿越到162线到我们北边的那个生产事业用地二的那个部分，好、哦、那有做相关的一个改道，那若是因为在改道过程当中若是有会影响到我们这些路树的部分的话，我们才会去办理所谓的那个行道树的一个迁移。那这样子的话，那行道树的话，哈，应该迁移去多位？这部分可能我会还在，目前没有这些资料，我会还在了解一下，再跟议员做报告。哦，这已经很久了，好几个月了，你都不知道吗？因为我只针对当初整个公共工程在，因为我们是在农历过年前，然后要配合整个那个我们那个交叉口的一个路口改善，那时候只是针对因为。过年的时间会针对到用路人的一个使用，所以那时候只是，把我们整个复原复旧的话是要求那个承商是在过年农历过年前要完成。那现在目前完成后的话，旁边还有相关的一些我们的那个排水，在我们162线的一个南侧，就是我们的那右侧那部分，还有部分的排水还在施作。那应该是整个工程施作完以后。那确定的那些我们原本的那个行道树的一个植覆空间完成以后的话，我们才会把整个树行道树再移回到我们原来的那个预定位置。啊，那还会因为我的感觉啦哈，
好不容易那个我们带领有一这一条那个绿色大道哈，啊，我不希望说被破坏了。好，如果说我们出入口的话，咱刷掉是算应该。马哥唔是出入口的话，你规段的话，你爱行道树，你规个拢刷走。啊，前去倒位的话，恁又你又个唔知影，所以是唔是讲啊？迁移的树木哈，诶，树诶的树木哈，该会当好分析。嗯，根源包这没有问题，这没问题的哈。不出，那你今天回了刷，你去了解一下，明仔来再讲。好，安尼安尼啦，好不好？好。那第二，这责任再补。好，那第一期工程的话啦哈，啊，到目前为止哈，咱的土地拢两修出，标修出去。那么安尼话，阿未是诶，阿未动工的厂商大概，你敢知影有偌济？啊，无动工的话，因为我会记这咱期限已经到啊嘛。啊，期限到的针对这个啊未动工、啊未施工的时阵，这个公司的话、厂商的话，咱要安怎来处理？跟议员这边报告哈，那有关于已经取得建造，然后还在施工的部分，目前就我们统计资料大概有34家左右。那针对土地移转，然后当初满3年，然后他的那个建造还没有申请的话，就目前我们统计的资料的话有4家。那我们除了在先前在1年多前的话，已经陆陆续续在通知提醒厂商，当初在有关于我们整个土地出售的过程当中，有要求厂商必须要在3年内完成所谓的那个新工计划。那若是新工期程的话有些变化的话，我们可以允许展延1年。好，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经发处这边已经在1年多前已经陆陆续续有在提醒厂商注意这个时程。那这四家厂商的话，因为目前已经达到所谓的那个3年，那我们在这段时间也在陆陆续续跟他做一个沟通，是否他们还有维持当初3年前愿意在我们大埔美投资设厂这样子的期程。那若是没有的话，我们也在公文书上跟他说明，若是说他们跟原来的整个新建计划有所那个违背，就不再做这样子的一个投资开发的话，那县府也设有那个原价无息买回的机制，那请他们公司做一个考量跟说明，回复给县府。那副处长，还有就是说哈，咱真无简单开发这个工业区哈，标修嘛已经标修出去，是不是讲这个环境的问题哈？甲原地的话哈，拢是杂草丛生，我感觉这是有碍的观瞻哈，是不是讲对这个环境的问题的话哈，咱政法处这边才会当甲督促一下，卖下来规片敢那拢野草安尼杂草丛生，我是感觉讲。咱真无简单一个吼工业区吼来设立的话吼，那么影响到人投资者的意愿的话，我感觉安尼是唔好的，安尼好不好？谢谢议员关心吼。那这部分跟议员报告的话，因为整个我们园区的那个清洁的那个标案的部分的话，我们在上5月底的话已经开标了，那现在在跟我们的一个决标的厂商在做整个契约签订。那7月签订完以后的话，我们就开始着手会去正对于我们整个园区的包含路容也好，环境清洁也好，公共厕所也好，我们会去做整个全部的一个整理，让我们这个园区能够让是包括杂草的部分吗？草的部分的话，因为要看我们当初整个公共工程有关于景观那个部分的话，有一些是原施工厂商他的一个养护责任。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原则上只要不牵涉到养护的话，我们建筑这边会尽最大的能力，把我们道路的最主要的道路的这些旁边的路侧的这些杂草，我们会做一个整理。是。那副处长在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来请教你讲哈，都市计划的变更是不是换恁家嘿？是。那么安尼咱住在对面遐哈，我会记跟他最近的话哈，咱有迄个都市变更嘛哈。通盘检讨啦。是通盘检讨。通盘检讨，通盘检讨的话，有过的话，是毋是讲咱管府这边才要来征收，或者是从迄个自地重划？跟议员报告，那针对那个部分的话，就我的
印象资料应该是后续会用那个市地重划的方式，不管是公办还是自办的方式来。那如果是公办的话，哈，即马地主无了解的讲，那公办的话，哈，因的土地是会当分归啥东西？土地能够，因为这牵涉到整个那个财务计划的一个试算啦。好，那就目前我们。所以我还要再查卷才有办法跟议员这边做个那个报告。那安尼，伊目前吼，咱以咱嘉义县政府的财库的话啦，够可能咱公办。公办的，因为遐大概已经含甲台糖的土地话，甲民间的话，应该超过5家以上。有关于议员所建议的公案，我们在后续的会议，我们再来做一个讨论啦。因为我是要了解，我唔是讲叫恁一定爱做。我讲以目前的咱的财政的话，咱敢有可能公办安尼尔？我唔是讲叫恁一定爱做，是要了解安尼。整个办理的话，还是牵涉到那个财务计划啦。那若是说整个财务计划设算的话，那县府这边不会有亏损的话。那整个公办的这个市地重划就是应该是可是一个属于可行的一个方式啦。啊，那主办的、私办的嘞、私办中位嘞。那自办的一个市地重划的话，其实就会进到后续的一个在地方那边会做一个那个审查的一个机制，其实也是在审核那个自办的那个开发厂商针对整个开发的一个成本的部分会去做一个审核确认啦。哦，包括是台糖的土地，包括那个民间的土地都一样，都会经过审核，是不是？是。好，谢谢。来，政法处有要搁讲无？无吼，无政请回座来。来啊，恁看要问过一个局处啊。来，吴思荣议员。啊，议长，我想请民政局、民政处。来，民政处。哦，咱即马有议员来问对一个局处的阵，啊，恁就立即顺便问下怎做去问落安尼。啊，若要搁问别局处，才搁安尼啦，嘿，安尼速度较紧，免行来行过去。处长，不是来请教你哈，就是讲啊，最近哈，阮大拿上夯的话题哈，啊，就是咱民政处应该是徛伫监督的立场嘛哈。你敢知影倒一件？有关系恁的，你敢知影倒一件？就是咱村里长的办公费，嘿，村里长的办公费。进前我会去住较早的话吼，啊，咱李干事的办公费拢支出5000。那么是安怎即卖用3500？啊，而且的话，咱民政处这边遮，你敢知影这件代志？这大会主持议长啦吼，啊，各位议员、甲各位媒体，记者。大家好，那感谢呢，那个议员呢对这个议题的关心了哈。那这个议题伫全省啦吼，各地拢无一定的标准啦，哦，伫别位有较济，啊话嘛有无的啦，哦，就看完全是看村里长，咱遮过去管呢，是拢村里长伊主动伫用一款的，伊看他跟村。跟你干事的之间的一个处长这样子，好像你回答这样子好像不对呢，不会好像文不对题呢。你另外话是领伊的是不是领40000？马哥其中这5000块的话哈，拢是公所由民政科遐咧处理，唔是吼你丢领转去呢。啊，你以安尼来讲啦哈，啊，大细你的话嘛是同款遐个钱啊，你细你的话哈，你像讲联合办公处。安尼话3500是会当用，马哥你也想啦，阮一个平林里啦哈，面对哈啊，即卖咱政法处上了解讲吼，
阮一大片拢咧开发一大片咧，阮一个平林里比一个大埔乡的乡民搁较侪，一人口数，是毋是？你若讲五千块已经都是见底啊，都爱搁靠遮地方人士吼，去甲募集来，互你个迄个啥办公处用。啊，你到底有去了解讲吼？到底因的预算五千，决算是毋是同款五千，或者是讲决算三千五？啊，因为这件代志的话吼，啊，包括讲报章媒体拢有咧报道，恁徛伫迄个督监督的单位的话，你有去了解无？到底进前的话是预算变五千无毋着决算呢？恁有去甲了解讲决算到底是开偌济？今年的话，因即个代表会提出来质询，民政科长甲伊讲有啦，五千无毋着，变五千，千五还阁留伫公所。啊，所以历届的话，历年的话啦，你甲既然讲人有提即个迄个咱啊，进行咱的单议员、单个统议员，伊即届落去选里长，伊有去发现即个情形。所以村里长的办公咧开会时阵，伊有提出这个质疑的话，那么安尼的话，恁民政处这边者，敢无法度好去共回答，还是无法度去了解，恁到底有徛伫监督的单位无？甲议员报告啦吼，因为这拢是属这个公所伊主题的范围啦，啊，这部分当然啦有属这个讲。预算甲决算的金额无同，阮会来甲了解。啊，当然了解了会针对实际，啊来啊看一个公所讲，如果若确实有变质性，当然你着爱互人去使用。哦、所以讲，本是要了解讲，明年的话，甲既然讲预算有变质，决算，我要了解讲决算到底是决算千五，或者是三千五，或者是五千，本是要了解。那么伊若决算是五千的话，那么千五块。你办公室的这千五块的事务费到底走去倒去？这袂当另有他用啊，是毋是安尼？这专款专用呢？医生的规定的项目来使用啦。哦，啊，我原本讲这是公所伊的主题范围，啊，这款情况会积极来甲了解，啊，甲议员做报告。好，谢谢。来，咱民政处议员来报告。啊，无啊，啊，对，啊，咱民政处啊，无，来，无，恁问啊嘛，来，无，咱来请馆长嘛，来，县长，馆长。这代志，那么你咧算较自卑啦，啊！这地我看，互你努力啦。是要讲我爱叫社会处啦，因为我有发觉一个问题啦，就是咱过去吼，有诶做到二三十年前吼，有诶都做生意做了歹，有甲银行借钱嘛。嗯哼。啊！即卖迄阵都当无银行，也是拢迄个无啊，迄类。伊即满六十五岁。咱有年，也都老农有年的六千的嘛，这种钱应该是袂使甲扣嘛，哦，但是如果银行也是拢会甲因扣啦，哦，这是咧救济款，这救济应该是袂使扣啊，哦，但是一般都是拢要去扣种钱，伊老人是靠这些救济金吼、哦、去生活的啦，哦，啊伊甲扣起来，伊咧哪生活？中间有一个说明来讲吼，啊，伊都喺四楼啊，嘛免好便宜啊，哦，一年六千，头啊甲扣六千啦，尾下伊讲含因讲甲扣三千啦，但是一般这应该是伊甲扣三千，一般这补助金补助就只能这在做补助吼，应该嘛袂使扣啦，哦，这金融机构嘛就迄个，哦，应该嘛伊嘛袂使扣种钱呢。哦，所以讲呢，我咧麻烦馆长，恁是毋是底下都金融机构恁拢有去联系嘛？哦，你甲联系这种的是毋是档口？你甲问我较清楚咧啦。好的，哦、那个这个应该是全国哈，因、哦、为、嗯、这个规定应该是一样的哈。第二应该比赛考啊。局长哈、哦，你先解释一下好不好？报告林议员哈、哦，非常谢谢林议员对我们做事。
的族群的关心哈。那有关于我们社福的这些补助款，都不管任何原因都不能扣抵，这是法律有明文规定。那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那我们会再新闻给这些机构，而且他们这个不能扣款，这个我们可以来处理。哦，你处理安尼，你为阮最上位先去了解看有偌济吼，因为不便迄类啦，即有时啊因的职员有因的即些红红啊，即都已经有咧失业吧，较早都无哦，啊，即马都有啊，啊，去干嘛考？我所以认为这种真不应该啦。哦，一个已经过去少年做了歹就歹啦，今仔即马拄啊好不容易，你政府有这个德政吼，来甲补助6000尔。头啊，甲中考，伊阿讲安尼，我死互你看到啊！我免来互你领，吼、哦！我甲我都未生存呢啊，尾下甲扣3000啦，真侪这种情形啦。所以我点只吼，希望馆长你做，你着你算吼、哦，你下落较慈悲啦，啊替只吼善食人，吼、哦、啊下落少讲些话咧啦。好、哦，谢谢议员的指教哈，哎、啊、提醒到我们要去注意这些啊。不是真正符合哈中低收入户的水准，但是中年失业、经商失败，他算边缘户，他所碰到的困境哈，政府在法内哈啊虽然是不容哈，但是情理哈法外开恩的部分哈，这个解释要宽松哈。啊，我想我们社会局长也刚刚解释过了，如果有在这样的部分哈，我们也会跟所有金融。你所谓的金融系，其实我是干呐，给咱的县里面的农会啦。其实我们会跟请农业处跟我们的农会哈总干事跟理事会沟通，好不好？稳定，我是其他你一定别再考虑了啦。但是咧，地方大家拢总有迄个啦。哦，啊人来讲，你讲我嘛是得失的农会啊。哦，我比如讲，我买这些农委啊，没关系啦，由县政府出面，所以由恁来处理卡。好，由管政府哈，出面给咱的农委会哈，我们县政的县主管的这些金融单位哈，我们来跟他们开协调会、座谈会。好啦，就是讲哈，要体恤这些边缘户的困难，安尼吼。好，县长麻烦你啦。好，谢谢。馆长，嘿，陈议员早。这个三四工程吼，水利处吼，会当各单位去买山吼，公所吼，啊，会公所中间，通知村长都5个到尔啦，乡长代表的大拢出去游览佚佗啦。哦。这个发生在这个福林关吼，这个乌山水库啦。嗯。啊，乌山水库都做好啊，对不对？是。你要卡，要来砍这德加梅山。一个水源保护区拢要限制起来，这昆林关跟咱界关什么时代？你啊限制头理啦，迄无理。这个啊，那个报告陈议员哈，你足关心这个咱梅山地区，尤其这湖山水库，其实是伫民国90年就规划哈，95年新工哈，到去年的6月哈，才把水库边啊引水道哈，其他的设施都完成在使用。啊，它这个是一个跨县市的一个水利设施啦，哈。但是现在国土计划法有公告，就是讲吼，咱本来其实咱大部分咱德加、梅山到阿里山三乡镇有影响着，咱拢都19271迄个公顷啦，哈。其实整个湖山水库它所用到的大概26000多，包括南投啊，这花莲加嘉义，啊，咱其实咱占多少？啊，这个湖山水库的水资源并不是提供给嘉义县使用哦，也有一部分哈、哦、啊，所以咱是安怎要伫5月30、6月初2、初3是咱家己县政府，我叫因讲哦，先通知咱这三乡。啊，去到无三乡到遐，遐就开会。对不起哈、哦，啊，这是因为哦，我们可能水利单位哈、哦、检讨一下哈、哦，因拢通知公所，啊，公所是不是没有？管换的去通知到哈，村里长，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哈，水利处长哈，因为金价水资南那个中资企业落来给咱哈，他要会诊地方民众对于这一个里面的限制哈，其实咱本来拢是保安林加林当地也比较多，私有的也有，但是这后摆会影响到咱有一部分要开发民宿啦，
新建啦吼，也是做农吼。诶，譬如讲来个要求环保评估啦，你就是恁班地要解编哦，会影响到我们一些权益，所以我们足关心，才叫人讲咱家己先搬。我所以公社吼，他可能在通知上面没有普遍的通知得到吼。所以我们会诊的资料，真正中资局是在6月12号之后才被来。总共一句吼，无答应安尼啦，因为大坪一当只有分推啊七川中间等你发电，你听无？啊，你即摆工课就我限制掉了，食啥都无啊，你袂当安尼做，走啊，会啦，吼。你讲的第二句我搁听无。啊，无啦，听有好听无拢无要紧啦。第二点哦，来，我来处理处理一下，迄无甲你无关的。这个大坪一当分推，咪要即摆因为优山哦做了。卡不入去啦，吼！啊，阮就处长伊有第六个月要搁重重新招标，重点大坪到安南溪这条路吼，伊讲得起来问来啊，吼，这破病啊，足骨啊嘞，走我遐嘞。伊讲这条路2公里、2-3公里，你两个跑得通。啊，拜大坪到得起来，咱分推进哦，疏散方向。啊，伊讲迄个副处长有勘察，即摆因路线有另外找，所以这你两个交代这个咱这个建设处长吼，现场来会勘者。人因得起啊，全民拢总要来遐等。哦，问下因啦，你问下你知啦，我知道老议员啦，了解嘿。这件事也爱做啦，好不好啦？我也非常关心，谢谢你足关心吼。其实我是得起人吼，我嘛足关心吼安南溪吼，因为过去无选举以前，我还阁唔知讲安南溪吼，除了用走独立山以外吼，开车袂到，爱伫恁太平入去安尼吼。所以你这个建议非常好吼。就是讲，会当把咱的太平营梯完成之后，买当把旅客引流到别的地方啊，吼。所以这个案其实啊、去年前年我们也都有谈过哈。啊，整个就是说在规划的整个成本跟裁员的问题哈，我们会积极哈，遵照议员的指示哈，来突破。啊，困难来做安尼吼，但目前的困难还阁重要，因为迄足经过足侪迄个林务局、林班地啦吼，啊，即、這个路的部分工程费吼，我困难对伊来讲小事啦。我、哦、是吗？你讲的有诶，拢我听啦。卡布里是啥物吼？我不知啦。我知影卡布里岛啊，卡布里是啥？我另外一点，足介绍我讲吼，你拢建议大家运动啦，减肥啦。啊，阮梅山一个国小一六堂哦，校长啊，人去拍一羽毛球啦，讲爱收钱啦，毋免收啥物头意思，莫讲啥物潲啦，收啥物意思？你安尼讲？来，教育处长，你我讲伊都咱无你去，无你，莫讲歹听话啦，啊，对。着手这一个管理清洁会哈，大概是目前哈，教育处对各国中小的一个规定。我那行个校长罗修，即摆这校长是要收啥物啦？这个。教育处长哈，这件你回答一下，那看是不是将来统一有一个清楚的办法，大家在执行的时候根据一个规定去处理，不要有人做年检，有人哈、哦、根据规定这样不好，要么你就通收，要么你就不要收。对了，哦、但是咱是着手清洁。哎，好不容易去羽毛球运动。我们都很欢迎，但是就着手清洁会是。就是有规定哈，但是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教育处长好好整理一下？我们大会主席啊，咱张议长哈，那县长、副县长还有各位议员哈，啊大家好。啊，有关陈议员哦，关心这个梅山国小啦哈，这个活动中心收费哈。当然啦，咱这个活动中心是个公共设施哈，啊，这好好弄有定一个管理维护的使用办法哈。啊，但收费伊这我有一定的项目啦，我那项目吼。但是呢，至于我们公益啦吼，或者咱公家吼，我讲啊，出掉社团班咧，这是可以不收啦。这足简单，就免讲咧。进前校长无收钱，啊，即个袂用收，你讲话听。啊，这位检讨嘛咧啦，是不是？讲咧，你先头检讨一下啦。是不是？检讨我讲过啦，讲过拢无回应，要怎啊？来统一一关，啊，不过这个代志。你的人哦，足好诶，啊，虽然足大声，但系真正口气无好，煞唔知。这个代志。你口气袂啦，哎，我都习惯啦吼，啊，但是。因为政府收咧，人都无收，啊，咱都唔免人收。我知道，但是这是一个权限的问题哈。啊，你去减肥，怎么人来减肥呢？啊，你都人上不出来运动。你即摆是咧讲我啥啦？无看你只看到几只水着，你。我是水足久个啦。好啦，今日讲你等你检讨一下啦，好不好？好，各位注意去了解，好不好？好啦。谢谢。好啦。
那都不是你的时间哩啊。无啦，阿叔，我无要问你呢。问我，我要问你啦，你来。哦，关，无啦，关长最近水果真多，咱大家看知影。系啦，迄个麻烦迄个教育处处长一下吧。大家好了，嘿。无啦，我十分钟啦。哎，我嘛今天去啦，歹势啦，嘿。处长，我话你坐倒啊，你免行到来足忝的。处长，迄、那个关注到即个大埔的迄个国中甲国小，你要合并的代志吼？改制啦，改制。改制啊！好，是是。你是合并啊？改制。改制哈。我来讲，大埔底即马真济吼，声音啦吼。是。我是感觉讲，你要安怎来说服遐个民意代表，甲遐个学生的市大人，这上要紧啦。是啊，您做过什么程度？这个感谢罗议员哈，对我们大埔这个教育的关心哈。那我想，这个大埔国中小改制哈，完全是基于哦对咱偏乡哈，以及大埔地区的囡仔照顾，诶，品质的提升哈。那我们用这个实验的名义来讲哈，但你当突破传统哦，改变过去的做法咯，过去的编制啦、课程哈。拢统一规定，那么实验的名义就是排除现有法令的限制，我们可以给课程，啊，给老师，甚至给主管哈，这靠一个哈一法律依据哈，啊，所以对地方未来照顾，哦，大概对囡仔在你是较好哈。那咱县内大概啊正式也有去地方有一个啊正式的说明会也办两场了哈，那非正式的哈，包括校长。哦，对教职员、对在地的这家长，哦，有疑问的哈，而且的沟通的管道，我们随时都在进行，包括目前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哈，包括这个地方冒出来，地方人士来找拜访馆长哈，那馆长大概啊一跟这个说明了哈，因为这个大埔哦，这个讲起来哦，迄、那个所在哈，较独立哦，啊较封闭的所在。教育若无靠咱政府来主导加提升吼，我想对囡仔无公平啦，因为遐无咧补习哩，啊无咧安亲哩吼，所以我想我们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吼，我们要主动把资源送进去。我们过去的编制吼，国中现在编制一班两师，咱县长为了特别照顾较偏乡，包括阿里山国民中小学一班就编三师吼，吼这是一个具体的做法吼。那今年要甲做改革嘛，是进一步吼，要对囡仔做较好个一个照顾。啊，即希望咱即个家长啦吼，咱第一个人数会当来支持，总是为着咱后一代啦吼。那我想家长若无了解，我们愿意再继续来跟他们啊做说明。你讲个我听，我拢听有啦。因为当然是国中小这部分哦，包括较早像三藏家国小都要合并，我拢真赞同啦。但即次吼，迄个你拄仔咧讲第一个人数，就是蔡小姐啊。迄天有出来见馆长，是，伊讲伊要讲伊的心声，恁听，讲伊伫遐受着百姓的一寡压力，要讲给恁听，结果伊来讲，煞恁拢讲给听来，伊用哭的转去啦，真正哭转，我讲去吼，伫遐流目屎啦，啊，你要知影，蔡小姐啊，其实伫大埔底，对大埔的人伊足关心的，因为伊身体也欠慢，本来无去采个选代表啊鼓励，因为伊都。生迄个，这真好啦，真关心。啊，人有这個关心，这個、时阵哦，佫真关心。关键你讲起也加关心，你也加关心。当然是啊，民进党上衰尾的时阵，大部队就是干一个蔡秀姐啊，佮一个吴湘林两个咧关心这强尔。啊，即马吼，咱即马绿色执政吼，所以因才变衰尾道歉。我是感觉做无公道，我是感觉你大部队人未了解，包括民代表未了解，我希望你。加说明会加开几场啊，安尼有问题？啊，无问题，无问题啦，吼。系啦，啊，卖讲叫在一时讲啊，当时要合并来变，嘛当明年啊嘛，但一定今年八月初，到一定要八月初加合并。因为这种改制吼，改制是对囡仔照顾是加足好的啦，加足好的啦吼。这个，这个处长，是你足好的，我知影啦，但是百姓未了解。我知，我知。啊，我希望讲你，我希望讲你尽量去开说明会开哦，百姓包括遐民意代表了解。哦，啊那无问题，咱就讲，咱你讲，恁要哪做，恁就讲做。啊那实在因无赞同，
我希望讲咩急在之时。因为这叫叫做旧水千里，完全没有影响。你管这里在塌，这嘛是你在塌啊？有影响没有影响？唔是你你讲的啦。所以，哎，你讲的无明白，但是你听也听未对啦。对啊，因为余力我来会来个努力啦。哦，好啦，总是为了后一代好啦。好啦，麻烦你给他关心一下。我们愿意辛苦一点啦，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我请问县长哈，县长，拄只延续迄个陈议员讲的哈，伊伫讲这湖山水库，因为阮这件是卡着中和光华人寿，啊个短期啦哈，是，啊因为伊这会为着水源保护，啊限制限制真济，像讲种地袂当除农药，哈。啊，搁阿官厝的区域袂当建设，这是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吼、哦，咱应该爱做检讨啦。我们已经检讨报告议员哈，这嘛是客家是咱的客家哈，我很注意哈，所以我们哈对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自己哈、三个乡镇公所哈，拢先办迄个公民说明会，其实中资局哈，一起大概召集哈，医疗再过来加了哈，我本来就要会诊地方居民的意见心声哈，欢迎哈，因为哈湖山水库已经完成。哦，对咱家的所在一定有一挂人的权益，包括要做环评啦、开发啦、林班地解编都会影响。我们其实它叫做预作说明会，哈、哦，就是讲他就要收集我们的意见，所以我们的心声都可以讲。伊这就侪是林务地作用的，对，嘿。你租约也保障，无法度保障到。这个是包括哈，咱咱希望伊是看这个地面。政治的地生活，我知影嘿。好，那以后问题就多。这就是因为安尼吼，伊要做预作说明会吼，就是希望讲会影响到你现在权益的吼，或是还要我兴办民啊，我新建民宿的时候，我还佫加做一个环评啦吼，啊，我本来甲林班地吼，我甲伊租约的，这个租约的将来的限制吼，这些问题都是只有当地居民了解。是咱的管建户哈，才会事先哈去先做说明会。水之局中部水之局嘛，派了个来六月十二一啊来咱家哈，那个办点正式的诶迄个预作说明会。希望县长能够深入的关心。我非常关心哈、啊，我跟你讲。啊，再来这个，伊拄像你讲安南坑这条哈，其实迄是两公里尔，啊，佮林务地拢做伙来勘察，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啦。这以后。大白云梯哈，啊开始英文的话，会当疏解人潮，好、哦，这嘛最重要。还有哈、哦，刚才他在说那个，咱提升咱国民的运动哈、哦，国民的健康嘛是真重要。啊，那个像说那个老鹰练习场、高尔夫球练习场，咱嘛讲限制伤济啊，这样会哈、哦、会影响到要运动的人。这点吼、哦，希望讲县长会当搁注意一下哈、哦。好。啊，我现在来说那个高铁减班。好。高铁减班这项代志，对要参观故宫南院吼，造成交通的不便嘛哈、哦。啊，而且咱这暑假就得要来啊，七八月是旺季，旅游旺季。故宫南院这嘛是一个，这景点是多的热的哈。啊，哪会当中央哪会当无帮忙，搁反倒转来？来减班来捣乱，交通的不便会影响到咱的县市的观光发展、甲经济发展，也影响国民的生活不方便。所以吼、哦，我是希望讲县长，你应该是要做出抗议的动作，凸显咱家己国民的需求嘛，吼、哦。伊袂使来阻碍咱故宫南面的发展，甲对啊。是哈，第一个问题哈，你拄仔你讲安南溪这个哈，到迄个大坪哈，这条路其实两三年前我去献地的时候，我先甲迄个
阿关处讲其实这也当连去阮德佳去吼，实在是独立山很多人去走，非常好啊哈。啊，现在又可以连接大屏、啊。我知道啊，但是我会甲你报告的，就是讲，这个中间咱也有请林务局哈，也有请公路局哈，建设局阿关处拢有去现场会勘哈。这第一哈，牵涉到很多是林班地，还有国土保安地。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吼，伊迄个。一些落差，高度的落差很大了哈，很大哈，所以哈，事实上哈，那你那个，我们在已经有一个会议记录的，就是讲已经去看两届过啊，所有公路单位哈，他们都有很多反对意见，所以我即摆就是讲，我个人站在哈啊，咱德佳乡哈。啊，山区的管定的立场，我嘛足希望讲太平林地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哦强势景点，如果能够把它连接起来更好。所以哈、哦，我们会继续努力来克服这个困难哦。这个部分大概我们应该是都是一样哈、哦，有共识的哈、哦。啊，第二个你讲那个高铁减班的部分哈、哦，我昨天是有点哈、哦、暴怒了哈、哦，就是讲你七月一号开始哈、哦，所有的班次拢总改啊。拢总改啊，啊不是事先给咱讨论过啦吼。啊，其实即卖高铁嘛不是私人啊呢，起码已经变作国铁国家的股份，应该是超过一半了吼。所以我认为哈，我就是个高铁强烈反弹吼，甲讲吼，你爱悬崖勒马哦，嘉义关故宫南院，你要咱做积极在发展观光吼，嘛蓄势待发哦。因为包括高跟鞋、沿海咱山区吼，23.5度，而且在你搁政治的开新站，就是讲分林、中华庙咧，迄拢足侪，咱都毋是咧做区间车啊，是高铁呢。你搁加一个分林，啊加一个中华，搁加一个庙咧了后，嘉义的乘客吼，我们的出入量吼，还是继续在成长哦。所以吼，嘉义关是占所有的乘客量是4.2%。台南几趴？7%。台南到高雄其实是足大距离，所以我就是跟他讲，你是凭什么有一个直达车到台南，安尼减一个八九分钟？你甲我嘉义减30班，甲台南加40班，啊，这是政治在调整班次，还是你真正有吼经营管理的一个合理、合法的、合理的一个逻辑啦？所以讲是，我真哦，真强烈的反弹，我就受气啦。所以咱多是啦，搁一项吼，你会当去甲想啦吼。国民党政府啦吼，有在调甲这个故宫南院直播进来吼，嘉义县会当享受到有这个完成的建设。是安怎？新政府甲有诶要甲用做无？什么叫做有诶要用做无？爱抗议啦！什么东西叫做有诶创作无？你这有诶班次，含这你着甲阻碍，对无？哎，对不起啊，这个是在520之前，他这个班次自己内部都已经调整完毕，他只是时间到告诉你七月一号就是这样，所以我跟他讲，你要悬崖勒马。但是我今天讲的立场绝对不是在蓝绿的一个立场在争辩，我是站在嘉义县政府，你专搞咱的经济区域均衡发展，你即马安尼就是帮助都市吼，愈来愈好个嘛。啊，咱这种增卡关就是愈来愈歹嘛。我有机会起来故宫起来啊，我的其他的高跟鞋教堂。那个钻石教堂，包括俄阿卡的教堂，都是圆满的。敖古斯地，包括咱平地，咱用新港配天宫吼，诶，加迄个配迄、那个破柱，加整个宗教文化告民融街，这些深度旅游路线，包括咱到山区，到达靠到阿里山、大阿里山的风景区吼，我们都用23.5度北回归线的概念，在发展我们的这个观光的亮点吼。起码咱是，这个莫打是拄啊好尔，啊，咱特别用莫打来吸引吼，咱其他带动咱其他乡里的观光文化加农业哦。啊，我的成长率还高的哦，你开婚姻在你家边啊无偌济，我们还成长客运量还成长，
你竟然甲我减三十班，你竟然为着九分钟，予台南市加四十班，安尼来回差七十班，这个公理在哪里？我非常非常不能接受。所以吼，伊这是早的当调整了啊，只是他现在他就是不跟我们讨论嘛。所以但我是吼，我是建议你吼，像用迄个去催故宫进度迄个精神。我会用那个精神。你对国民党都有办法的，对你们这个新政府。不过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了哈，七月一号的班次哈，绝对不是执政十二天的民进党政府去调整的哈。但是这个我并不是我追究的重点，我不是在追究谁执政去调整，是高铁公司现在已经国铁化，你既然要调整班次，你应该做有一个哈，有商业的、专业的、特那个管理的经营的办法的想法出发。我想不出他能够说服我讲是安怎，台南雄雄加四十班，啊嘉义雄雄减三十班，啊嘉义搁咧增加所有观光设施。其实台南的北边拢从你家出入，分你们南线拢伫咱家咧出入，哦，啊你台南南科就好啊。你讲如果是为了南科。我保证讲吼，嘉义的落车了去到南科吼，塞车到啊吼，你带来的直达车再开到南科都还没到哦，所以你给我一个合理的回答，所以我的精神赶快哦，请报抓下来讲我是暴怒吼，我是轰动了哈。你这是影响到咱嘉义观光是啊是啊，足严重诶。我的看法跟你都一样啦。好，我相信这是吼，咱所有的议员、民意代表拢赶快的心情啦。县长，歹势啦，我都和你讲着高铁，因为我昨有看到，阮议员你即顺利，你真正足暴怒的啦吼，真正嘛，予大家足生气的，因为啥呐？对咱嘉义县这么的看不起，县长，你爱成为未来总统的人选，安尼，伊才会去注重咱嘉义县。哎、欸，县长，你真的是很不错。县长，我不分男女，我也没有去给你哦，去给你生，是真的没有，因为你的能力真的很足够。哎、欸，赖神算什么？对不？你咧处理工课搁较敖，所以哈、哦，县长提出哈、哦、你的能力来啦，真的。咱嘉义县袂当搁予人看袂起，袂当搁予人看衰。所以当到你讲高铁这件，我刚张款又讲，哎、欸，为什么咱的嘉义关那会变啊呢？咱来愈来愈好较对，敢是安尼？啊，张吼、哦，我实在是吼、哦，怒火吼、哦、中烧吼、哦，所以我就是哦，报纸哈、哦、又写暴怒两个字啊、哦。其实我平常哈、哦、还是非常的温柔优雅哈、哦，但是我的县长支持你暴怒。真的支持你暴怒，为什么？为咱嘉义县发声，咱嘉义县乐岩县诶，算是上大县的呢，哪会当去互欺负？你讲咱无南科，啊无你过来马草好咧，闽乡毛工业区呢，啊大米咧，对不？诶，这敢无算真大个工业区，人口敢会无济？所以我觉得你的暴怒，我真的支持你。那如果我也希望，对。要抗争，啊，若无，阮的立委嘛出来跟咱斗相共一下。对啦，你对现在讲对了。咱嘛有两个立委啊，莫站出来讲话啊，现在根本无替咱家己关清楚。县长，我再告诉你一下哈，我真的你的暴怒，我支持你，我不会说，因为报纸写说你暴怒，我来跟你讲说你暴怒不对，对的，为咱嘉义关，爱红看去，加油，县长加油哦。谢谢林议员哈。哦我生气哈，我真的可以为嘉义人生气啦哈，但是不会因为这样哈去选总统，只是我在生气之下讲说，真的啦，我把你当嘉义关那边有一个总统出来呢，你讲嘿，真的，不啦，不分男女的啦，不啦，因为总统不要咱嘉义关人，我就觉得 OK 啦，不啦，啊，的总统不叫水的哈，所以我家己照行哈，我刚刚我是不会考虑选总统，但是我生气哈，为嘉义人生气，我觉得这是我一向的立场哈，啊，其实咱搁来想看卖哈，整个西部走廊哈，对北部一直到南部，包括南投哦，无面海的哦，没有科学园区的只有嘉义县，
这个都是我常常讲的哈，包括最近去中常会，我嘛个讲，我讲哈，所谓公平正义要做到哈，真正公平正义，所以温小英主席李志勇常会是跟我讲哈，这个年薪改革委员会成立了，现在正在作业中哈，司法改革委员会十月小组也成立了哈，其他的居住正义等等哈，在这个。城乡落差，包括居住正义啦，吼，啊，包括讲吼，一个囡仔后摆这负债是啥人爱去拍，那家家孙孙啦，就业率啦，厝买袂起啦，这个种种都属于吼正义的问题吼。他们已经形成委员会。好啦，先生，我知道你很努力，啊，因为我讲就时间拍者，但是真正支持你，拜托替咱嘉义关吼加油者，争取较侪回来咧，哈。我一定会为嘉义人来生气的哈。正义来，馆长好，正义好来。拄只我看咱詹议员，啊，甲林议员哦，来讲为着高铁这个代志，为着正义，为着公理，馆长你带队，家己关议会，这议员我听你来中央抗争，来高铁抗争，啊来，好冇？好冇？好，好。yeah, 我当时要来再甲我招。我知道了哈，看见问题，了解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抗争是其中的一个哈。但是，我们会去想一个哈最有效的办法，包括我们的两位立委也不可以都无声无息哈。所以我。不，咱即马讲，因都看到，啊，伊因反正你反正也讲，安尼好不好？啊，如果都不成，我们抗争。不要，恁两个若要咧拄久哦，都爱看一下电视节目咧，看嘉义县议会现场实况的转播。张馆长有讲，恁两个唔当闪，恁两个唔惊。我不会的。恁两个是干的哦。大家一起来。恁两个张馆长这只帽出去参人咧见，阮嘉义县议会赶快要听你咯，要听你到中央。要来高铁的空间啊！两个立委吵起来哦、喔，阿亮无？我先看一下女性，你不要给我们讲某诶，这个太不文雅哈。过来加个立委哈，其实呢，除了陈明文、蔡玉以外，吴坤玉哈，搁有迄个女性那个叫什么名字？还有一个不分区的女的，啊，不是啦。陆潮的啦，有一个陆潮的不分区立委哈，咱哈上少咱冇四个，那包括嘉义区哈，所以咱有五个立委哈，我呼吁我们所有的立委哈要站起来哈，发声哈，因无话咱个敢抗议安尼啦哈，对啦，谢谢，对啦，来来，吴议员，县长，端南有一条神珠桥，你知无？善珠桥。迄、那个你讲大哪队？朱神桥，嘿，一条嘉义兴汉团的哈。目前普通这种的东西。善珠桥啦，善珠桥就是咱大坝。对，太多了。大坝加白鹭哩。等这了，恁知来徛起来先讲一下，好不好？哎啦，无啦，了解无关。有的太细节，我不是很清楚。我先请他们答，我需要做结论再做结论，好不好？是。好，处长。是，咱善珠桥上次哈有咱的阮大拿镇民哈去遐陈情去遐抗争哈，啊，因为这条桥的位就是跨界，就是云林县跟嘉义县，是，好，云林县跟嘉义县这条桥真有名，较早阮大拿焚化炉必经之桥呢，是，好，这啊，目前的话这条拢阻塞，啊嘛伤细，啊，因为伊是大陂甲大拿诶，即啊，方便即个管民吼，咧行的道路吼。是。啊，那么即卖话，这条桥派去的话，咱云林县政府又编列预算，伊的293万哈，设计跟建造费哈，有拨落来吼大陂乡公所，因为这条桥总共要4900万哈，啊，这个引道的部分的话啦哈。婚姻观有同意因那边遐要做，因为总是哈使用者付费嘛，嘉义关系就是应该是咱嘉义县政府，咱嘉义县政府爱来负责嘛。哈，你桥面的话，
变成行嘉义行善团会当帮咱做，可是引导的部分啊，处长啊，你会感觉讲，这个话哈，当时哈，那时候哈，会来施工。是啊，咱大会主席哈，张议长哈，那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哈。感谢咱吴议员吼，对这个咱啊大陂甲大拿吼，这个联络的管道吼，对咱的善珠桥的建设关心啦吼。啊，这个案是目前吼，因为这个桥是以咱的惯例是讲吼，南桥北管，所以伊的管辖范围是伫属于分林管啊，所以分林管政府呢啊，因有去争取到这个行善团吼。啊，来要来甲人斗气呢，啊，但是一边290万，最主要是要来做这个设计，因为行善团就是讲你设计好，多边签证予伊，啊，应该用在处理无问题，甲去甲施工吼。啊，这个案吼，因为目前因是伫规划中啦，啊，分林管政府嘛有提报吼，伫咱这个云家家治理平台，吼，伊提报吼讲啊，这个引导吼，啊，要啊配合落去做的部分吼，啊。即因为即引导吼，一条引导甲用地处理可能是拢用处理同意使用啦。啊，引导一条，爱看伊个长度甲怎样偌济经费啊。目前我是知影另外一条岛南迄个石鼓桥吼，伊啊迄个部分是较，伊迄个部分是怎样？啊，即条桥我还不知道是多少吼。即个部分伊目前还袂细说。应该是4900万吧。还是贵桥的部分俩。对啊，你扣除那个293万的迄个设计建造的话，剩下是不是两个县政府爱来平均分配？不是，迄、那个4000几万的部分是加桥梁的部分，啊，迄要去咧桥甲落来桥迄个引导的部分吼，目前好像还不知道多少钱呐、啊，吼、哦、也唔知影吼、哦。另外一条我是知影是950万有提出來。啊，这条也唔知道，啊，阮是感觉是安尼啦吼，因为这个行善团因伫甲咱讲的时阵呢，拢是已经到某一个坎站的时阵，甲咱讲，啊，讲的时阵呢，向向你讲要配合这个经费吼，一届若要爱900几万，要几千万呢，实际上以县政府的财力吼，是无到一个都有法度去提出来啦，吼啊，所以阮是一直建议讲，嘛是要搁甲行善团协调讲，这个行善团的经费是来自于这个善款嘛。啊，既然做一条桥，桥都伫做啊，为什么伊这个引导部分无爱甲咱做伙做啦？如果伊安个做伙做呢，嘛会讲袂讲第，咱的预算伫变的时，会袂赴。啊，第二个来讲就讲咱的经费筹措上有较困难。啊，既然是十万，他都5000万都在出了，差这1000万，阮会继续来甲争取看，会使无？啊，若无的时，阮都爱阁想办法筹措裁员吼。啊，来变的预算了，到我来办理安尼。应该处长，应该咱该咱县政府的话，应该也会重视这一件事情嘛。哦，有。啊，因为这你嘛所在较早的话做事，就是讲吼啊，我徛边这边的话，有当时会做甲对那边客气。是。啊，因为你无这条桥行行走的话哈。爱搁考一年足大嘞呢，嘛造成遮农民的不方便。是咪讲啊，努力看卖啊嘞吼，啊尽迄个尽快话吼、啊、来完成这件百姓所托的事情，安尼好不？好，好，感谢议员的关心嘛，我咧照议员的啊意思吼，来甲咱行善团甲行动跟政府这边吼、啊、来做伙来协调啦吼。啊，另外一部分啊，真正讲行善团非常的坚持讲，这个引导拢无要做的时阵吼，我搁来想办法吼，来看有嘛筹措裁员来办理安尼，好不好？好，是。啊、县长，县长，来，啊、搁先搞你者哈。咱这两哈是以淹水地区嘛哈，所以我们有设了抽水站跟引水道哈。对。啊，即卖我是感觉讲吼，啊，事实上嘛是无够用啦。当然，啊嘿，啊强降雨哈，气、啊、候变迁。店面的意思讲，是不是遐会当设置滞洪池？滞洪池我们会请水利处来规划研究哈，因为这个还要设计到，我们还要送到迄个水利处哈，搁去水规所去检讨啦哈。所以你的建议哈，我们是不是？哎，那请那个我们林谷华处长先回答一下。那个大会主席张议长还有各位议员，大家好。
报告那个吴议员哦，这个那个细节里那个部分哦，我今年迄个治理工程有提报处理啊，我想做迄个阻隔设施的对啊，因为你才给你遐的是为单边的水业管引过来对嘛，他说我今年的应急工程，不是治理工程大概做了6000多万。那政府要做，先把三个那家外围先给处理起来。正外最个引调吼，为迄个南平啊去，为三迄个为三条溪，还是为迄个捷固溪去哩？你的规遐倒来就一个自洪池啊。但这个自洪池吼，可能涉及到用地征收啦，啊，有区域就要变更的问题。这位不是还未用到吗？三条溪桥边啊，迄个啊。我有规划好啊。有规划好啊！当时要来时做。阮先来办用地的手续，那好的时候，我是按算的，本来是伫大概107、108来个提这个计划出来的。那这样子，你讲三百 K 水系的话，是包括讲哈啊，东区这边就是算街边啊，明华西街这边是咪这边的最重要因为。300K 水系管。那我这边讲的是针对的三个地吼，单材料这块。好、哦，这个区域的物件，我有做一个阻隔设置，伊的位置啊，伫捷固溪交迄个三田溪汇合处。汇合处，对。汇合处啊，所以这个地方一早起，还袂做，算一个较低洼。它应该是牛溪跟华兴溪跟三田溪。对，嘿，即摆这水系管接伫遮吼，啊，即摆天虹做开，外水袂入来，但是你来做嘛，包得处理，啊，所以我内底做一个系统来甲改善。先做这个改善，算先交水利会合调啦，用迄个水利会土地来做这个改善的工作。那至于那个自洪池的部分，吼、哦，我来过来，因为即摆先用在变过了，叫我得去水利处讨建议。啊，我都想即摆有咧着手咧先用办用地规划安尼啦。所以处长较努力较拍拼，因为哈引水的话啦哈，唔是咱所有人哈。所有人诶乐意见到的事情啦，啊，尤其讲最难淹的话，咱社会处的又爱搁发放救济金，我嘛感觉讲安尼嘛唔好，因为咱所政府公部门所补偿的话，水深到什么地方的话，这有当时啊，得爱看里长的交情呢。所以我是感觉讲，那安尼话哈，是毋是讲卖？搁引起其他的争议起来，咱各家的基本设施开个用好，保障迄个咱百姓生命安全较重要。所以你努力者，安尼好不好？我拢有一步照规划咧行。好，感谢你。好，谢谢。水利处那个处长，啊，不好意思啊，那个我要请问一下哈，我之前有提过那个166线道啊，在我们那个月眉段到我们安和段哦。其实那是县长去做这个妈祖大道，可以说是大家都很关注在这个妈祖大道上哦。可是166县道就是它往西北六星宫，甚至往太保往埔子方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条道路哈、哦。啊，是不是这个两边其实它两边都还目前都还很大段的路段都还是土沟啊？目前是龙年水利会它有去做部分路段，可是因为他可能在用地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哈，可是希望说，在这么重要的一个道路上，是不是说我们水利处是不是说有可以说协调，或者是县政府这边是不是可以去施作这个两旁的这个水泥的那个水沟这样，因为它真的是杂草丛生，很杂乱的一条道路啦啊，但是它又是166县道，又是一个这么重要啊妈祖大道连接太保往故宫方向的一个道路哈，啊，是不是这边是不是我们水利处是不是能有什么作为？也报告哈，就是水利会哈，在我们目前以地方政府水利道的立场来讲哦，你总要管河川，其实我们可以跟水署没有畅通的沟通都没问题。那现在以地方政府来讲，县政府管区排，那甚至包括。供水的处理道路的排水车沟什么，我们都可以去协调，可以管制，就唯一就水利会了。啊，水利会我们其实已经沟通了好几年了。这一条你刚刚讲这条道路其实也好几年了啦。对。它这是嘉南农田水利会应该是嘉义区处管理的。对。因为其实他们也不是说没得做，他们现在目前也还是这部分路段还是有在施工，包括现在就在施工。是。可是就是因为他们也会，因为其实那个。那个不是排，那个有部分是集水，可是它已经荒废了。可是，
我觉得为了整个交通，为了整个大嘉义的观光的发展的话，我觉得县政府这边有时候也是需要去主导说这个土沟的这个事作。我们再来跟他确认，因为这条是，我记得这条是有灌溉、有排水都有，这条对两个都有，两个都有了哈。对。然后土地还是水利会的。我的做法是这样子，我是跟水利会有时候他有时候要推给我，就说那可以，你把土地移给县政府，那我就来帮你做。我现在处理状况是说，你把土地移过来，因为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水利会他早期的土地的取得也不是他真的自己的钱嘛。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啊，你是叫水利会把土地无偿给县政府，其实他们也觉得，我觉得应该也是不可能啊，哈。对啊，我想这个不是说我们政府单位不是说在那边推卸说啊你的还是我的啊，到底是你该做还是我该做？我觉得啊这个整个为了整个大环境，为了整个嘉义的发展，我觉得应该是总要有人要做吧，是，对不对？总要有人要做，而且这确实是应该要施作的东西。其实我们最近跟水利会及关系已经处得不错了，已经写了很多案子了，甚至我还有帮他出工去帮他解决一些事情都有了。处长你这个我再协调好不好？这个部分也要麻烦县长说，是不是说立委的部分哦？透过立法委员，然后跟农林水利会那边，整个包括整个中央政府那边哦，整个下去协调，看要怎么施作哈、哦。我想这个就要拜托县长跟立委，还有我们整个县政府的各局处哈、哦。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处长，好啊，这个部分再麻烦你。然后我要请教一下那个农业处，啊，处长，哈哈，辛苦你了哈。那个，其实我们嘉义县人口老化问题其实很严重哦。那我们嘉义县又是一个农业大县哦。我想农民在施作这个农业的时候，我想很多时候都是需要一些农机具的一些帮忙。那其实农机具，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努力下，其实现在嘉义县的所有的那些产业道路，甚至有的产业道路其实也很大，很好走，那也有车子在，也一直有车子在行走。可是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嘉义县政府是一个农业大县，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我想请教一下农业处这边是不是有办法说帮助这些农民他有农机具的那个保险的部分哦。我不知道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嘉义县政府农业处这边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作为。大主席张议长还有谢议员哈、哦、非常关心，我们一直以来非常关心我们的农业议题。议员你这个讲法足好诶，是安怎？咱以前车辆拢有所谓的强制险，啊，不过咱逐年你啊注意个跨步骤，尤其议员在提起的山区产业道路，还有一些农用搬运车，常常会碰到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些有伤亡或事故，所以这个部分，议员既然提起哈，这个提醒非常好，我是不是也来向中央建议，就是说把农机具，尤其像搬运车这一类的，纳入强制险的部分。我想不只是搬运车哈，我想有很多包括一些代耕的那个，因为其实道路哈，真的有时候他们也不可能说完全是走在产业道路上，而且这样产业道路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车辆在行走。那可是当他们发生一些意外、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他们没有保险。那他们没有保险的时候，有时候也不是说，其实这种事情大家都不愿意发生。是。可是不愿意发生，可是他们没办法，他们也是因贷款一台农机具这么多钱。按贷款，但是等伊发生事故的时阵，煞无人活落，甲伊斗相共。啊，所以这个部分是咪讲，不管是农会也好，还是讲有任何愿意办这个保险，我想，这个部分我知影应该是有人咧办这个保险嘛。但是这个部分是咪讲，咱农业处要有具体的作为说，是不是辅导这些所有我们这些农民，他辛辛苦苦赚钱，然后去买这些比较大的这些农机具，然后他有时候他是在帮，他也不是说他自己的农地做完，他也是去帮其他的农民，办做理代耕或者是那个代储的这些工作，可是他们就是没有这个保障。
但是保障是不是说农业处这边是不是辅导农民，跟不管是保险公司也好，或者是麻烦建请中央，是不是可以说，修不管是修还是什么修法还是什么，就是让农民的这些农机具可以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可以有具体的这个保险的这个保障的这个业务。诚如议员所提醒的哈，这个部分的确，现在我们要农机都是农民的生产器具了。可是议员刚刚提到的，有贷款来，甚至有补助款啊，勉强买来，等到若发生事故，我们目前对风险的承受力太低。那所以我会依议员的这个指示，我也会向，因为在哪里走，绝对是通则啦。好，我用农委会来建议这项，把农机具的保险纳入，甚至是第三责任险纳入。好，这个感谢议员这个部分的提醒，我马上来执行。处长，我想这个真的对我们嘉义县的所有农民，包括整个台湾的所有农民，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是，那我议员这个提醒非常有建设性。这部分是不是处长真的要跟中央反映？好，好，好，谢谢。那好，对不起啊，刚才议员。林处长，啊，你有甲副处长带来无？你拄好脚伫疼嘛吼？你到遐，你会得啊？麻烦副处长来咨询台。哎，安怎？恁有叫副处长无？有。什么时间叫？有准过啊。哦，是，你安怎？大会。主席有大会有通过。哦哦，啊，敢有来？有来无？诶，我无了解，这工过我都无了解。大会通过。啊，有要叫那个来吗？有指定今天。哦。有，报议员，因为我有请副处长 stand by 了哈，啊，不过议员是不是方便啊问题，我来回答，安尼较好些。因为就是无方便，顶日咱开会时，我就是有伫大会讲啊，拜托你请副处长来，不然你现在联络他啦。啊，恁一算啊，这一定爱门户出。主席嘛有裁决过啊。好，大会讲大会有几吗？哈，工作报告工作报告有安尼啊，反正安尼个叫。啊，这个吼，迄天可能主席不是议长，是副议长，他有同意啦哈、所以他既然有来，就请他进来啦。好，有吗？不过我也希望我们议会将来就是说。主要执行的对象还是一级主管哈，我们还是基本上维持这一个过去的这一个规范哈，就是请一级主管阿姨都有来，咱给他请阿姨来，因为副议长也同意了，好不好？啊，有来吗？好，谢谢县长。有啊，就请他来嘛，请他来嘛。副处长要来了。来，副处长来，来，请一下。爱记嘞，爱记嘞。大会主席张议长，各位议员，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哎，肖副处长。是。哎，你伫迄农业处吼？辅导科长做几年？五年多。大概四年多。四年多。对。啊，副处长嘞？三年多。咁安尼尔？是。记得我十几年前，十三四年前，你就咧做辅导科长啊？应该是民国1991年的时候。来，我即卖特别给你三分钟吼，你自我介绍，啊，佮甲你多年来吼。伫农业处对农业的了解啦，吼，啊，甲对农业的贡献，啊，互你发表一下，啊，安怎领导干部，吼，这拢会当讲。谢谢议员哦。应该这样讲哈，我的专长应该在农委会那部分哦。当时就是在农会信用部跟农会信用部
跟农会的另外部门是不同部门在处理的，信用部是财政部在处理，然后其他部门是农委会在处理。啊，当时就是因为我在财政局当地方金融科长，陈县长认为说我在农会这个区块有比较熟稔，所以把我调到辅导课。到辅导课以后，我对整个农会的全貌是比较了解。因为如果是以当时主管机关是有财政部跟农委会是多头马车的情形，当时就把调到辅导课，就是希望说在农会的区块能做个整合。所以在农会这部分，我是认为跟农民是息息相关的哦。所以我对于我对又更加深入了解那农业哈。另外在农业处，因为农业处的部分是有六个科，有农务，还有渔业科、绿化保育科、畜产科，还有农业发展农村发展科。因为嘉义县是农业县哦，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希望就是在农业部分能针对农民，比较多给他辅导。那我们想法就是说，用加持的方式，让我们的产业能升级。所以我们县长跟我们处长在这个区块都想了很多，等于能让我们整个农业能去说往上升值的，农民的等于是农民的收益能增加，那整个农业能转型。啊，你感觉你伫做副处长的领导吼，你家己拍分数一下。这个应该要长官帮我打分数啦。好，你这个机会吼，展现才能了，但是你展现不好了，展现不出来。其实你的传闻足多啦，今仔日吼，无要检讨私生活，针对业务甲工作吼，我甲你提出检讨。你伫农业处吼，听讲对这农民吼很鄙视啦，农民来农业处办工课，啊，走唔到走回你的办公室去吼。听讲你拢会毫不留情的把他轰出去啦。议员，我严重的抗议，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好，我现在还有一点，你对那个残障人士哈，咱内底员工哈，你拢敢讲那是北区？议员绝对没有。好，你现在是你说没有了哈，我们才请县长调查哈。啊，再来就是讲。你心思想吼，拢甲你内底同仁，甲你内底同仁叫来甲你的办公室，请你的办公室。议员没有。我感觉你吼，你也像爱叫你的内底同仁，都不是处理公务的杂，都处理你的杂事，不处理公务吼。我感觉你这处长嘛做得屁呢。报告议员，绝对没有这种事。我对我的业务，我是问心无愧。我相信全国农业处最晚下班是我。为什么农业处？我对我业务非常认真，我问心无愧。好，我问你，为什么农业处的人事调动是最严重的单位？为什么？议员，我向您报告，因为我们农业处最近很多新进人员，他们可能是考试进来的，可能时间到了他们就回家，可能结婚的因素，很多同仁也可能去往上上升，等于是升官了。这个跟你内底当然吼，你欢迎，你对当然的态度就是暴虐无道、欺下瞒上、争功诿过，这足侪议员嘛拢有接到定情呢，你知无？欢迎无效呢。报告议员，我跟我们同仁都是业务指导、业务指正，基于行政指导，我认为那可能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可是是一视同仁的。我告诉你啊。你实在是专业不足，尤其在做辅导科长的时候，在那个当中，我就感觉讲，你这个轻率的态度啦，哈，专业的不足，思想甲浪费一挂业务吼，母甲外国起错啦，甲即卖又阁是同款，甲即卖又阁是这种态度。这个我绝对的否认。还有你哈，你对那个女同事，经常就是用批评的，批评他们的穿着啦，哈，阁予你内底同事。甚至听你讲到就忍目屎呢，你安尼敢应该？报告议员没有这回事。你不要说没有，我会请县长调查哈。啊，你公务上拢是上有男女之分啦，
你讲迄个迄哪个啦，迄无同的，卖甲处理。绝对没有这回事，因为你拢在动迄公司报告议员没有，你没有依法行政哦。报告议员，我的公文都是没有隔夜的。还有各位议员，请托没有分男女，有请托要我们帮忙处理，我决定是尽心尽力处理。好，等一下我们议员同仁会提出来跟你检讨。啊，再来就是讲你吼，伫办公室拢是安尼道人长短啦吼。啊，好，办公室咱不该乱糟糟，不得安宁。报告议员，我每天都要加班，我没有时间道人长短，我开会时间也很多。我其实你们可以看我下班的时间，我下班时间都很晚，我都是公事看完才下班的，所以这部分我绝对否认。我告诉你哦，我为开始当当议员，吼、哦，十几年来，我第一个质询的女性主管就是你，因为我感觉女性要保护女性，也要支持女性。像咱馆长你支持小英安尼，你看馆长都很亲民，啊你咧，你甚至伫农业处会使甲农民当做啥？这你安尼敢对？没有这回事，而且对你们的那个同仁实在太过分了，人迄家属拢站袂掉啊呐，人迄先生拢站袂掉啊呢。你实在是有过分呢、欸！报告议员，我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对同仁的我看你不会检讨哦，我看你是不会检讨，你的态度，我想是请县长哈、哦，对你们里面七八十个员工哈、哦、做调查，啊，像这样行吗？谢谢张黄议员哈、哦，今天提出来的很多的问题哈、哦，我咧想啦哈。肖副处长他过去在农业辅导课料你可以到行政处然后又到农业处来哈。如果是领导同意的部分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啦哈大家都有检讨的空间哈。我们如果是觉得不太好可以提醒他哈。但是民主席的麦克公允武则天我刚刚一步太多了哈没有那么伟大哈。啊担心哈人事的流动哈这个因素会很多，有当时也是讲吼，有的人要走吼，这个因素很多吼。我倒是觉得人事的流动是林处长你应该负责，是主观要负责哈。啊，所以议员建议的代志哈，我是不是请副处长跟处长哈两个回去哈啊，一趟检讨哈，我们能够做好。哦，做得更好哈，这是一个一定要有的一个官员为官之道哈。官僚还有那个林处长哈，我觉得你都是当烂好人呐。恁农业处内底发生真侪代志，嘛影响到员工的士气啊，对不？啊，你哪会使放安呢？处长无了解阮啊。报告议员，他比你处长还要处长，你知道吗？哦，这应该是没有了。谢谢议员，怎么没有？谢谢议员这部分的提醒哈，因为我们在农业处的分工很多是内控的部分，我是有请副处长来协助，所以谢谢议员这个部分的提醒跟指导。那我对于人事流动哈，我想农业处应该还不是流动第一名啊，好，这可是我们还是会依。议员的提醒处长，数据会说话啦哈、嗯。县长，我已经顶一届的时阵，伫肖副处长的时阵，我就提过这个问题。他里面员工的一些问题，我在想，不可能会有凭空捏造这种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管定有你可能爱想一下，先有汉侪这种代志，先啊，为什么？无可能，阮议员莹莹去甲你查你的。工作吧，是查你的私事，还是查你讲对员工怎么样了？应该不可能，对不对，县长？应该有人已经过不去啊，所以伊感觉讲，拜托我改发声。县长，我拢安尼讲啦吼，如果是真正一个女性要升为主管，无简单。偏偏女性，我拢足疼女性的，但是我感觉处事啊吼，做代志就是安尼，将心比心。你嘛是为小小的科员起来的。我相信你嘛是爱要去予你的主管听堂，你看我都升起来，可能你就是对阮馆长安尼行来，你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县长对你也特别的有照顾嘛。报告议员哈，我没有说对谁特别照顾哈。我进来的时候，
肖副处长是在行政处的副处长，我把他调到秘书室去，然后再调回来哈。我想哈，怎么样让整个我们的人事的管道可以流畅哈？啊，不要变成说调去秘书的是这边考上安尼哈，是对将来哈，因为咱的管阿旗哈调惊败，所以大家拢要去赢阿旗啦，贵最捷的鬼哈。所以我们要留住人才是要自己培训。在我的看法来对哈，肖副处长哈，他一直很认真呐哈，很认真在工作。但是待人处事哈，等于讲处事认真，但是待人是不是要检讨哈？这个部分我们会请他们哈，这个部分去做检讨，我也会深入人去了解，然后做监督哈。因为副处长也许每个人啊，情况我嘛是哈。发表起来讲话也是很大声哈，所以才会昨天报纸给我讲暴怒哈。这个南京有请县长，那是不一样的。影响我的形象。我相信哈，我是温柔的女性哈，本来的温柔啊。你对恁管政会员工无人咧嫌，哈啊，所以你去推动这个人才留家这个计划，你要公务人员会当搁在地来服务，啊，你像用这种的。人才哪流会出？这安尼好不好？我想今天哈，议员今天你讲的好就到这里了，就让副处长回去哈。那我们也我加咱的处长哈，啊咱的三长哈，副县长、秘书长也一定会好好来研究哈。因为我发现讲哈，咱无先给了哦，咱要留人留钱拢就困难，大家拢来过节水的遭遇赢下去有前途嘛。所以我们很多地方需要尽量哈，会当培训咱的科长级用起来哈。啊，一旦哈做副处长再上去哦，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了哈。但是完全代志，我们叫咱的理想去做，嘛有就是困难的嘞哈。啊，所以请议员谅解，是不是咱请副处长哈先回座好不好？啊。做了好歹，大家都讲干嘞啦。希望你，我希望讲咱说真这也有机会，互你等家己检讨啦，互你等反省啦。后边卖讲，今日来遮吼，实际上也歹看啦。拢各落是人来，人拢厝顶来啊。今日特别从叫来遮，所以你拢讲无啦，袂要紧，有无你家己知影嘛？有你爱改进，啊无你嘛是着爱佮加这个更加努力，对农民较好哩啦。谢谢议员。啊，孙志诶，你要有甚物代志，你若无是咱就。安怎要佮问迄个吗？无啦，安尼就好，要有要佮安尼哦，无简单啦。因为有接到就好啦，咱私底下系啦。副处长，我感觉吼，对你诶，你听伫个我伫遐话，我嘛感觉足歹势哈。啊，所以讲我对你诶印象上深诶，就是做你做辅导科长诶时阵，哈，你真正能力足好诶。去市道哈，农会时阵，互我印象上深诶，讲有一个科长诶话。啊，高跟鞋唔是讲白的，啊用迄拖鞋啊夹一下夹一下，啊伫二楼安尼，包括阮伫楼骹讲，哦，这是对一个拖安尼，起夹，所以你予我的印象上深的，就讲你做辅导科长去辅导农会时阵，是穿一双拖鞋安尼夹，啊，所以我会感觉啦，今仔日人先来甲你检讨，包括讲接到的乌含先来限制，可能是处长的话，伊拢是。从外口，从顶悬，啊，你的部分就是咧管理内底顾家嘛。啊，想讲你这个顾家五期政策存在无平等，你要来去啊收银台币，最多爱看你的能耐。啊，所以我自民国87年做议员，甲当的话吼，你是第一个破天荒第一招副处长，从请来避询的吼。我是希望讲，人今仔日这個、建议给你的话，你自己要去检讨。你现在你的负面消息那么多。你做科长的时阵，遐就开始有你的新闻，所以我印象上深的另外一件，就是讲恁出国去佚佗的时，闹得满城风雨，到底什么代志，我拢无了解。我们没有，我们
我们不是当事人，我嘛无当场伫遐，所以讲有一些为人处事方面的为同侪之间的变啷和谐，即得你爱靠你家己的能力。啊，我相信讲副处长伊就是专权放好你，所以讲你才有迄权。啊，希望讲你不要滥权，你有权来讲，你不要滥权，也不要越权。好了，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啦。同委女性啊，我给你的建议。謝謝好啦好啦，安尼好啦。好啦。我想都要针对吼张黄淑莲，她今天就是询问那个副处长这件事情啊。我有件事情也想要请教那个县长。管定我准备清稿里哦，像你在任用人员，譬如说临时约聘雇啊、机要人员。我不被门。啊，那你要滚啊！先让副处长回去好不好？哈、okay ，因为我们还是议事规则，这个都。几十年来都这样哈，一级主管由县长带队哈，就由一级主管回答哈。那你们可以要求说谁来出席，我不反对，只要我同意的话哈。但是我们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哈。来，那我要请教一下那个县长，处长可以先坐着，谢谢。就是你在聘用临时人员或约聘雇人员，或者是你在里面的调动的话，你都会做怎么样的考量？为什么会聘请这样的人进来我们县政府工作？最近内阁哈，不是我说你，你就说你，我讲最近啦哈，你就好了。啊、你管进货，你心里管进，你怎么私教啊？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啊，然后用人为才哈。啊，应该也当特色啊！我凭我过去做企业。我觉得人是一个企业哈，器皿定的是一个人哈，人也无去就是值啦哈，所以哈人是足重要，企业单位加企业成功的因素。啊，有时候我们也会看走眼哈，这个都一定难免的哈，所以我想哈，我用人的原则哈。是可受公平，我相信是因为他有能力，或者是有这个办法帮助我们嘉义县，你才会聘请他到我们县政府来工作嘛，对不对？这个当然有多量的考量因素。其实我这个我要今天要询问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自己临时决定的。然后我也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可是我相信呢，以县长您的态度、您的高度，你应该不至于请下面的员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请你们帮我放一下照片。好，第一张这个啊，是针对今天的时候，好一月初立委选举的时候呢，在网络上一些我们县府的同仁。好，不管是机要人员或是县府同仁，他们在网络上呢，他们所做的留言，第一个看一下这个陈俊雄，我不认识他哈。第二个什么阿玛尼利就这个相信大家知道，这个是大林镇长黄真宇的先生。然后他在李东泉，他在一月初的时候还在县政府工作。他说一位代表会主席跟一位乡长下一回事，这是针对一月初的时候会选案的时候，他们被收押了，然后他们在网络上的留言。那下面那个呢是蔡宇的助理，他说让我们看下去。这时候呢，目前当时的立委候选人，你再给我下一张。当时的立委候选人，现在的立委他当选了啦。他说这个时候呢，应该要 Q 一下议员婉珍，然后呢出来切割一下嘛。那下面呢是县府的，就当时在县府应该是新闻行销处工作的哈，那个李丰泉，他说随传随到了哈。下面陈坤贤县长，你知道陈坤贤是谁吗？管丢你知道陈坤贤是像吗？管丢你知道陈坤贤是像吗？我知道我们跑海区的一个，这个也是你聘请的嘛，对不对？他是用环保局的那个经费，对对 对, 对，然后、哎、然后他说轮到你了吼，哈哈哈！他针对张婉珍本席说轮到你了吼，哈哈哈！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看这些脸书哈。我想我今天只对县政回答哈。好，县长，脸书的问题有时候是县长，你先听我说。中间的互相开玩笑或是怎么样？县长，你先听我说。我想我不必回答这样子的问题。县长，你先听我说。好，这些都是在县政府工作的。其实我不应该去针对，就是其实每个员工自己个人的那个品
的，或者是他自己私下。那我相信说，他们既然领的是县政府的薪水，我相信县政府有很多的临时人员，包括他们的薪资其实都是一样的。可是每个人都是很认真，他们在做自己的工作。可是我今天提出来是要让县长您知道说，有这样的人，他们可能他们上班不用打卡，他可以做他自己私人的工作。经过刚刚工作报告的时候，我相信知影人事处知影讲我伫调临时的资料。上下班无，伊有伫做。你即摆咧讲的代志，我无了解啦。对，我知道，我所以管定我即摆咧讲给你看，因为我知影工作报告的是你无伫的。好，所以我现在在讲给你听，你不用急着解释。我今天也没有跟你吵架，我知道，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我们不是在吵架，我要监测你的监督啊。你先听我讲，我知道，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可能你下面的员工没有认真工作，或者他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我相信说，以本席或者是我们，我相信我很有没有认真，大家也是有目共睹。那您所聘请的人在下面做什么工作，可能你的下面的职员很多，你不知道。我今天提出来，只是让您知道说，你是否应该要要求，县府内所有的职员，他们应该要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的工作。因为像这个是临时人员、机要人员，他们上班不用打卡。你知道县府有多少人，可能他们还是在加班的啦，或许没有领加班费，不一定啊。可是他们上班，这些人上班是不用打卡的，而且可以在脸书为所欲为。我相信，在上一次定期会的时候，我也有跟那个人事处局长过，或是各局处长，你们让你们的员工在网络上的发言，其实代表嘉义县政府，所以他们在网络上的发言也代表说，哎，你们处长决定的，县长决定的，他们可以在这样网络上那边批评议员、恐吓议员，或是恐吓任何人吗？什么叫下一个轮到我？那我在这边我要想讲的是哈，我相信，水上乡代表会主席跟前乡长郑来菊哈，你们在网络上批评的，绝对不会比我认识他们还要久。那我相信他们的为人，我不觉得说政治应该是如此的恶斗。那我希望说，你们这些临时人员不，虽然说你们到县府来工作了，可是不应该是做政治的打手。毕竟你们领的是政府的薪水，应该是要替人民做事的，不是替某位候选人来做事情的。我相信这个县长也要求所属的员工要行政中立，这个当初你有签下承诺书，我相信这个你也会一再要求。那今天我知道说，以您的态度高度，你绝对不会说叫这些临时人员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今天我提出来只是让你知道，因为我知道您就要紧欸，其实我不应该讲出来。其实我刚刚研究，我知研究员，其实我无针对，我本来无针对任何人。问题是有人做贼心虚，伊透过关系去找我出来的人，讲迄种叫我手册也较悬的。我无针对任何人。我相信我在当议员一年多以来，我在问政，我相信大家可以知道说，我就就事论事，我没有去针对任何人。然后以上呢，只是说我让大家其实透过今天的咨询，然后我也让大家知道说，知道这件事情，也让县长更清楚的知道。那未来的话，我相信你已经连任，没有再什么选举的压力。那这样的话，其实未来这两年多，应该也可以再把嘉义县带领到更好。以上，县长，谢谢。农业处长，谢谢詹恩议员哈，刚刚提的，因为你多咧讲的这哈，脸书上面这些什么时候日期，我也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哈。不过你讲的哈，还是哈。用人是一个首长应该要负责任的哈，也要用心去审慎的去做差勤的管理哈。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会认真的哈，把这些您有提出来的或是其他的人员，我们会来做哈差勤管理，好不好？哈，县长，我再给你一个建议哈，就是你们那些不用打卡的人员，可能他有兼差工作。我相信这个你随便问哈，你一照诶，我会来对，做深入了解。如果我相信，如果他有领县府这份薪水，自己也有兼差做自己的事业的话，这样对县府的员工、一些临时人员在里面非常辛苦工作是非常不公平的。这个部分如果说有这样情况哈，议员你也可以私下哈给我名单，我会指示人事处、政风处去查，好不好？好，县长，谢谢。县长，我来请问县长，就是说我们这些哈分散在各处的嘉义市人员的话啦哈，因为抽查方式是属各局处咧管理，或者是迄个县长这边才统一管理。报告议员哈。
起码这哦各管区政府包括中央哈、哦、都一样哈、哦，啊、有些人员不够用哈、哦，都会从其他的科室哈、哦、的员额调来。没现场，你个委外意思，那个员那个委外意思，我是讲吼，咱分散伫各乡各乡镇，即个你的县府秘书，我讲因的最终的话，管理方式其实还要回到各原单位去做一个管理，所以如当不当行为的哈，我也希望议员呐、啊、哈，你唔免加这些人，阿免公开，你私底下名都好话，我一定叫政风处、人事处去调查，安尼好不好？啊、因为他们还是要回归哈、哦，管理的部分回归到他原单位的主管呐、啊。虽然是因为幅员太大了，我只管定不好都招他这样，别个开会哈，所以一定是会有这样帮我跑哪一个地方的。请听民意的跑在诶康奎代级，所以我分区也几乎每个县市长都是这样哈，所以我如果有这样情况哈，我会跟他们的原主管单位哈主管，因为因爱虎界好评啦哈，如果有这样情况，我讲你明仔都好啊，我就把他解除。县长、啊，那这样子的话，这秘书就是代表县政府是不是？他是。县政府啊，县长是的哈，我们是他有原来的一个人事名称，可是出外的时候，人家还是要辨认你是谁，你写你不可能去加点环保局什么什么啊，所以伊都用县长是秘书代表我去，他的行为在外面的行为也是代表你县长是的。对啊，啊但是咱有限，就是干那婚丧喜庆的啦，请听民意啦。哦，安尼尔啦，包括白吃白喝，没有这样子是有，我请议员给我，我一定吼、哦、严厉查办。包括骑车子也不要戴安全帽，阮爬山的无戴安全帽，阮来去用开单。只要有这代志吼，管政代表管政府的必须骑后头摆，免戴安全帽，免用开单。有这样，不是？我是感觉讲吼，这样子的差异，全民都是一样的一个标准。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哈。因为我无法度知影遮侪代志哈，如果有这样的情势哈，我一定会请人事政风严重的去查办哈，甚至于解职，好不好？安尼答案可以吧？啉酒啉到伫酒桌中，啉到共浮到规桌顶，这代表你管政府的吗？你资料给我，你资料给我，好不好？哦，议员，好，谢谢。农业处长，我刚才哈忘记问你啦。咱这个吼、哦、寒害啦，寒害乃至甲林景，哦，今年的收成拢无到两成嘛。啊，那无争取灾害补助，包议员，较多个议员个关心吼、哦，这应该是山区的高树的部分，那是有迟发性灾损，吼、哦，一般嘛是爱为公所补起来。好、哦，啊，补起来了。你都没有去注意这个问题哦。迄、那个临近的县、临近的迄个县油啊，油啊，人因就报准的，你知无？因为灾害名称就是讲三月、四月雨害。啊，对。迟发性。所以议员讲的就是雨害，不是寒害。好、哦，因为。对啊，按、啊、你讲，你假使说寒害未过的话，你爱想一个。方法互因行，是，你实在嘛算无用心啦。哦，哎，议员这部分咱拢有掌握啦，吼，啊，甲议员汇报，其实阮拢伫，若公所有通报起来，阮拢会要求介人调甲农粮署来做小组随去会勘。啊，较早议员讲起个就是无到20%的部分吼，有一寡因佫共驳回啦，吼。啊，你农民拢过甲真艰苦啊，是，咱拢啊，佫无甲政府补助互食饭的话啦。是。你安怎会幸福？是啊，议员，你个关心这项吼，那个农民呢，确实有受害吼，因为寒害跟雨害的部分用的时程无啥共款，吼啊，我原来会个叫议员这部分的。就讲啊，准讲寒害报未过的话，你来想一个方法啦、啊。你买当临近的县市都可以，咱这拢可以用别的方法报。甲议员汇报哈。像台南县那边拄到的情形，就是讲，你有开花无？
因的判断的依据是讲开会有漏过无，啊，过有漏条无，啊，规项啊，然后佫调查伊有损害有个百分之几十无，安尼，啊，所以因为伊那是太局部哈，区域为气候引起的，咱佫较无多，因为伊确实无多个。到百分之几十？啊，议员啊，这个你以后要注意了，好不好？哎，叫我今麦都签告还得县长。感谢。无啦，迄稍等下，迄个处长，咱今麦山区足侪，迄个山呀，遐包括海区，迄个是迄山呀，迄个水果。水果下足侪来，你去了解一下。海山，我那有去反映山呀这代志。哦，拢无说，哎，你说爱去了解一下。是。感谢。哎，县长。我有伫迄个年代政论节目吼，看到你。对嘉义县的用心啦，哈，其实石安大楼的设立，对迄个检验出的产品建立迄个检验标章，啊，甲这生产履历啦，哈，会当提升咱农产品的价值甲安全，啊嘛会当有一个单一的形象，所以会当增加迄产品的销售价值啊，哈。我是感觉讲，尤其徛伫农业处，哈，要安怎？安全农业的培植，这个是一个在目前是农业处上大的功课啊，对。你是不是有甲因指示讲，对这个小农的部分，吼、哦、这方面应该安怎去辅导？应该朝向你以后这个三大楼设立，需要我们县民怎么配合？你应该吼爱指示农业处。做这个工作，这是上重要的。报告议员哈，石安的问题，起码是全世界都非常重视的议题哈。就是讲，咱的物件嫁了去，哦，对咱吹鸡皮，如果不安全的话，会影响到人类的健康问题哈。它会产生哈，包括咱的健保嘛，几乎会增加啊，身体歹啊，生产力差哈。但是石安大楼哈是咱今早的看到讲，石安是未来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才定为我们的主要的农业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不是石安的一个全部哦，石安大楼是最后的检验，要从源头的，是讲不管你是新山畜牧类、新山蔬果类、农产品还是鱼类哈，都要从源头的管理有概念，所以我们才希望大家都来受训，啊，然后希望他们能够把土地小块的土地去整合成为大的所谓的土地银行，哦，啊，不然台湾人就是讲哦，啊，我的祖先的产哦，我都唔敢卖，啊，唔敢卖你小弟哈，哦，私做工资高，咱都无竞争力，啊，所以。咱这样来鼓励小农哈，先来训练之后，鼓励他们自己去组成哈所谓的农企业小农诶，不是农会啦哈，小农这是日本这边做较成功诶所在，就是讲农民伊家己去成立，家己出钱，啊为着伊家己事业，伊认真去打拼哈，啊然后我们的石安大楼哈，不是规定他一定要来。是你来石安大楼检验零啦哈，但是我是刚刚给消费者一个啊，包括讲嘛，购买者，譬如讲大商场，哦，消费者，他会认证，追溯他的来源这样子，哎，对，以后我们也有那个 logo 嘛，哈，对对，啊，所以说那个我们已经是 global gap 哈，专台湾哈 ，number one 是咱提到的。对，县长，我就是我是要给你称赞啦，真的不简单。也给嘉义的农民带来一丝的希望，好，这是将来咱农民一条会当帮助到的路。但是吼，我伊感觉讲，当然这石安大楼内底，还佫足侪，就是讲对食品的安全，还是药物啥物吼，有真侪健康食品啊，足侪的检验，迄拢还佫包括足宽。我是知影，我是针对农民这个区块啦，吼，我是感觉讲，这个当前应该吼，我拢感觉讲。同作怀疑的就是讲，你农业处的领导人用到这尼啊烂啦，啊，要安怎？你的目标是要安怎去达成？我甲议员报告哈，这个咱的整个全球化自由市场的一个趋势哈，其实我们很多东西是互通有无啦，
咱要出口给人，咱要入来，咱共要求讲啊，一定要很安全，出口的东西。所以吼，咱后摆也要立下新的世界市场有立足之地吼，并不能靠我们现在中央政府农委会来补贴，这个观念要改正。嗯，那不是种每一样东西我们都有竞争力，但是农民小农哎，整个世界观是不够的，他不知道世界经济的走向，所以我们政府才应该来扮演这种角色，辅导他来成立一个分专业分工。你搞种的，你就去搞种，吼、哦、啊搞包装的，搞加工的加工。但是你得让形成一个大农企，来大农企业哈、哦，小农形成的农企业，一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在知识要增加，哈、哦，它的设施农业。自我训练、数字管理、财务管理、网络行销，一瓜就是政府必须要在政策上斤斤计较，提出说我鼓励这样子的一个，但是北塞沟里没有经济的产物啦。啊，另外就是说哦，他们小农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不够，所以咱即马目前的银行业，足少为着农民去设的嘛，所以银行是要甲你欠金欠两的啊，那个魏家可以几乎是零利率，可以贷到这么多钱啊！我们的农民，如果他小农变成一个农企的时候，会有困难。所以小英的英派农业，他就是其实是说，你的弱势哈、哦，不是实在你紧，我政府拢爱给你去给你辅导。但是我要给你辅导的是讲，你有用心的、有新观念的、有世界观的农民，咱来给他啊，让伊有机会用政策。来支持啊，用法令来支持他，然后政府在资金、技术，甚至于设备上面，哦，包括数字管理、财务管理，包括行销，全世界的行销观念、marketing 的观念要有。县长，我真了解你的企业经营跟管理啦，哈，啊，希望讲你会当吼，看是要开课安怎，甲咱县政府所有关的这个向要这条路。以后的目标，你家的爱加强哈，会可的一个。好，我们会。他们怎么做？好。长，我想说，针对刚刚就是农业处副处长的，就是可能大家处里面有很多的疑问，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人事一些人员他适不适用的问题呀、啊。我觉得你可以做那个在农业处里面哈、做一个调查。就是你反正里面的员工你全部去调查一下他们，就是做一个民调，可以调查说，哎，这个副处长到底适不适任这样子。是最重要的。我要去啦。啊，唔得，互你歹做人，啊嘛卖讲吼，即个议员改，甚讲改。不会啦，证实一下看说，哎，我们接受澄清的。因为咱农业处来跟你调查七八十个嘛，对吧？有七八十个人员。那个议员的建议我们列为参考了哈。啊。但是我们还是哈啊，不是在选哈最受欢迎哈哎小姐哈，所以人缘最差也不一定是最不会做事的哈。所以我想哈，你的建议我们会列为参考。谢谢。好。一定要听卫生局了。好，局长，是，你电话在录音，迄、那个我请教伊啦，嘿，请教。咱即马偌人教啊嘛，嘿是，吼、哦，啊，咱的登革热，你有啥物封闭无？甲议员报告吼，咱即马登革热，因为咱旧年是太严重了吼，大家拢知，迄个台南迄、那个，你莫讲旧年，我即马在跟你问是简单的，你甲伊关，你卫生局有啥物封闭啊？无安尼就好，你，吼、哦。迄、那个，阮针对迄个各，就是讲咱不管是咱教育的部分吼，学校有宣导，啊，迄、那个村里干事嘛宣导，啊，今年阮自三月开始，旧年较早咱拢是五月、六月才开始，啊，因为今年大家疾病管制署讲吼，迄、那个今年较严重，所以咱对三月开始。啊，三月咱已经做馆长伫迄个有一个宣誓活动。好啦，你三月到今仔六月已经做三个外月啊啦。是。哦。是。啊，你成果伫倒个？我咧看你成果，我唔，你免阿妈讲很多，因为时间大概哦。你成果你伫倒？你说明者就好啊，简单说明者。
目前为止吼，阮有逐礼拜拢有去宣导，啊，迄个民间嘛拢有去辅导。啊，即摆啦，目前即摆看到若是有脏乱的所在，阮即摆是以辅导啊未开始开单，啊，但是民众嘛大部分拢有接受。啊，迄个理监事的部分，阮即摆目前最近有通过伫研究一个办法，是拜托民政处啊加迄个公所咧协调，希望公所这边嘛会当配合理监事去到看东楼迄个。好啊，我请教你啦吼，即应该恁咱南环保局来联系嘛吼。好。因为咱去年环保局有叫公所袂使出去甲啊落砖头除油啊嘛，哦，今年无讲嘛，但是我今日发觉一个问题，你无去除油啊？咱环保局有一个问题，就讲三砖头。拄啊，甲人中迄阵无去甲除，要我头尾拢去甲除。哦，这是什么原因会安尼会改安尼做会啊？我甲议员报告吼。你甲讲原因就好啦，我无听很多啦。是安那三个钟头中央这个钟头人过。哦，啊，公所恁这规定因袂使去出去甲因除。哦，啊，因咧在提油啊。哦，是啥物原因？你买着是拢来，只那人中去算尔。是啥物地方嘛？是对一个部分啊，处理无好啊，是处理无够的部分。我都甲你讲话啊，三更头拄啊，头尾迄两针有出甲中去针啊人过啊。因为卫生局拢有关系，毋是环保的问题啦。哦。所以来联系嘛。好，我对无？你睇后生讲三公头啊，人中迄阵，结果迄阵拄啊，讲唔爱听你。政治立场无同嘛，对。所以恁会输会红联想嘛。恁的执政就是有咧分压力嘛。无啥伫中迄阵甲人过，即、這个村长伫遐咧哪做人？啊，你村长做假尔。人头前啊，铺后壁啊，拢消毒，我讲咱装即种啊人话，水头、外溪洲拢装啊，拢有消毒，多啊人过水上，哦。你看即种，恁到底即种是啥物行为啦？你叫人讲拢装卖讲话，哦。如果你今日做遐船长，你会感受安怎啦？哦，伊局长，你是水上人呢？是，我了解。哦，对哦。但是这我来讲，这不是完全你卫生局的问题，环保局，我都讲你来我要联系。好，我来联系。哦，尤其热人高啊，对。我希望呢，恁卖这卖个借助吼，和环保局上两个联系，卖个借助还有困扰啦。你了解？应该以我的见解是讲，咱卫生局、环保局恁两局是。雷烟套专管拢种消毒嘛，因为热人高啊嘛，哦，当时咧登高咧唔知影嘛，哦，恁是毋是爱雷共同为雷处理安尼个调？卖讲啊，你公所伊咧去除油啊，嘛爱来恁环保局领油水嘛，还是来恁卫生局嘛，哦，啊你起码领等伊数量有时啊无够嘛，哦你甲讲好听也无够啦，哦，所以袂当全面拢出去甲你除嘛，哦。啊！你讲啊，歹听也是讲啊，你都唔想，我都无讲，我都无甲你输啊，对唔？啊，安尼啊，大家拢会拢到时拢真歹看啦，因为我都甲你讲，我无爱真无爱讲话啦。我讲啊，俩公司是对事实俩公开吼，三人都想看你个啦。以为我甲你报告吼，就像你当讲的吼，我本身是水上才大汉的，所以。你若讲若要分真清楚了解，对啊，我请教你。对，水头，我袂超过，水头到外溪洲，甲水上都伫中嘛，是那外溪洲消毒，水头消毒，外溪洲你甲人过。好，你也甲讲原因啦。好，我随了解了，我甲议员报告安尼。好，不管这代志是不是卫生局的部分，我随了解随处理。讲一个什么原因啊？没有人事。我爱了解原因。好，没问题。这村长我无听恁的话型啊，你来讲啊。那村长。无你甲人过中啊，伊伫遐咧做人啊。
天天拢是村长嘛。我妈妈是学生，所以我其实是作息的，我未挑工挑工甲人过，我因妈伊我妈妈教。天天拢村长呢？对对对。对无？讲歹听，罗妈妈变大机呢，他也是混大细啊。歹势歹势。啊，我了解者，绝对在个家己员报告，这代志我会甲解决安尼，好无？可能我报告你解决了啊啦。好好好。啊，你讲我问我什么原因啦？恁人当然未工作未使去你厝。结果你应该出你个厝去两钟头，对。哦，所以含你卫生局，你卫生领管的嘛，所以我今日甲你，伊决定你是最上人，我甲会叫你起来问，了解，了解。哦，谢谢。啊，无这业务是环保局出你处理，也不是你处理啦。马庆，我县府一体，我拢会。对啊，我是讲感觉恁两个是拢总有关系嘛。好，感谢，感谢，哎，一定哈，咱各位在主管啊，同仁家咱的媒体朋友哈，馆长，我感觉讲吼，你欠我一个公道，啊欠阮水上吼，溪东的五庄啊一个公道。你敢知影我讲的什么意思？你敢知影我讲是哪里欠我一个公道？愿闻其详。哦，你讲国语拢较深度哈。反正我甲你讲吼，我安尼等半等，甲要甲你这美女讲一话尔，结果你安尼，我即阵的时间你怎啊甲请假落跑？这不，这不是我落跑，我没有落跑，迄咁你，迄是我有事先跟议长讲过。哦，你家己就讲啊。嘿。议长有啊。有啦，迄事先跟议长讲。几点半？不是听讲针对我就对啦。不是不是。哦，我是讲我等半等，如果是你有这样误会，我在这里跟你说对不起。开讲一下，结果你怎啊？啊无啦，迄间节目。我无讲你就怎啊开记者会？我是讲啊记者会，敢必定啊这个时间开吗？迄个不是咱开的吼，啊所以迄足济人啦吼，啊所以足早就甲议长讲，不然说议长九点我就甲我讲你先走。来，我议长讲的准绳啦吼，马去啊，一个。现场阁一件吼，就是讲，我迄天讲到一半，哎呦，你赶要去开会啦吼。是是，歹势。我讲的意思就是讲吼，这个最上乡嘉义市这个回馈金、火葬场回馈金500万，这500万，伫咱乡村的乡亲心目中，这500万是拢庄银的啦。吼，其他经过征讨，就是像迄天阮柏林议员所讲的，经过后何必何兴何伯去三庄经过，阮最上有5庄啦。三届国盛、中正、中和、宜兴，这5庄啦，吼、哦，经过学校，宜兴国小、成功国小、中国中、中和国小，这4间校啦，吼、哦。我即摆意思是讲，县长你的看法是啥？那后庄啊，这3庄，嘉义市有回馈金给咱，阮最上这5庄，你看爱无啦？因为即摆报办议员甲完整议员拢伫遮，完整议员是三届部的新妇，啊，我甲报办议员拢在地最上人，吼、哦。啊，我是要知影讲县长你的看法是安怎？哦，唔是讲500万回馈金给最上乡哦，唔是哦，是干人农村了。啊，我要听县长你的看法是安怎？啊，当初哈、哦，那时候都不是我在当县长哈、哦，所以迄个时阵的回馈金就是给水上乡哦。那照理讲就是给南乡跟我觉得不是只有那个村呐、啊、哈、哦，我以为是那几个村呐、啊。哦，那你们水上公所跟只要跟村里协调就好就好。那现在因为哈、哦，大部分的丧葬队伍其实不会经过水上给阿里弄堆下金嘴，所以陈柏霖议员他有提出来这样子的哈、哦，阿里的意见哈、哦，我感觉哈、哦，我们都会跟嘉义市政府哈、哦，再提案再协调。好，我是要县长你了解讲哦，迄500万是南乡乡长乡长做被告单，我都清楚的，只要要甲迄500万当作当1500元，南乡村的村民就非常无欢喜，因为迄因为所在地因为应该得嘞，所以县长你，互你了解这情，就讲迄500万会使讲诶，南乡村的乡亲是1500元都无想要捞出来，所以呢，咱另外这5村吼、哦，包括后村啊这3村、8村，咱来甲市政府吼、哦、来共同来甲伊要求看边啦，好的好的，含咱县政府看边来共同来处理，好，我甲你互你知影这情，一点吼。这个县长，这个金属管当然是你的啦吼。这个最近我有接到一挂这个学校整病的这个人员吼，是忧心忡忡啦。因讲哦，未来唔知要安怎啦吼。啊，我是有甲调咱这个县政府的这个教育处的这个网站吼，关系到这个学校整病的问题，
其中人员的这个移拨，县长你的看法是安怎？我们现在并校哈，这个大概是全台湾教育哈，大概都有一个趋势，是因为少子化，啊，咱家己较特别的是因为咱的偏乡多，所以哈，有当时啊，请讲返老乡哦，经过中埔来到台山县那边个大埔遐，超山哦，永兴国小哦，啊，少人电疗啊。啊，嘛是拢一直各个中波大波去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做这种诊病哈？事实上也有它的逻辑啦哈，就是讲囡仔班数囡仔上少，第一名是第一名，第二名煞变成最后一名，对小孩子的那一种刺激学习哦，竞争力是不好的哦，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资源哈，给整理起来，整并起来，做一个合理使用哈，是教育处他有提出很多新的想法，我觉得都不错。所以是不是请教育处长你先起来？本令，我这个利益良好了，我知了，因为那边节省一些教育资源了。嗯，是节省哦，错，我还是要再更正一下哈。不是只有为了节省教育资源，是因为哈，这一种较早是哦搬山过岭哈，嘿，搞要读册是足困难，但是你受教权要做咯。那是节把钱花在刀口上，那节省下来资源没用在更需要的地方啦。也是用在教育上。哎，我这边意思是讲哦，牵涉到被整并学校人员的移拨，哦，那你这个县府的教育处的这网站里面有提到哦，就是讲。我们本府要参酌被诊病人员的这个意愿，优先安置于本府所属学校。这个部分是每个细节，我是请县长跟你讲。县长，没啦，我刚才讲的是讲哦，我的意思是讲哦，今天伊那是校护，刚才讲了哈，去诊病，因为诊病了要调去外围的，但这个校护是不是还是要确保他到其他学校担任校护？没有优先啦，这是没有错。好、哦，这是一个原则啦。我是希望讲，因为吼，因为你甲调去卫生局也好，还是调去卫生所也好吼，因为吼，他长期在学校里面担任校护，他对校护的这个工作很熟悉。你若甲调去保卫，伊有可能手足无处，好、哦、无措。所以讲呢，我的意思是讲哦，既然我们里面有说要参酌他们本人的意愿，我是希望讲，我们能按照他的我们自己定的这个规则来办理。哦，这个没有问题，哦、这个原则上哈、哦，我们就是用这种原则在处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哦，我是因为乡因有一挂这怎么样，拢你甲我问啦，我安尼我甲请示，看请教咱馆长看伊的看法是安怎。啊，既然馆长看甲咱的教育处的这个网站顶管说陈述的拢赶快，哦，安尼咱就好。我们原则都是这样处理的，好不好？好，谢谢。文化观光局，局长，迄、那个咱这个梅山大坪云梯吼，伊迄个工程出问题嘛吼，啊，伫这阿里，伫这阿管处的部分，今年咱山区吼，山区的这个观光建设都延宕掉啊吼，啊，你是毋是有提出讲对山区建议，山区这个年度？在这个阿管处的部分，有建议，还有其他的建设无？大会主席、张局长，啊，咱詹皇议员，多谢议员对于就是山区观光建设的这个关心。我想阿管处今年的这个建设吼，除了是咧，即重新搁加这个大坪的分推吼，搁重新去招标吼，啊，希望明年差不多。这个时阵吼，差不多明年的中旬吼，会来完成以外吼，我想伊咧大部分吼，包括梅山德佳吼、阿里山吼、甲环路吼，伊拢会做相关的这个建设嘿。我希望你哈，我希望你讲对山区，甲阮山区稍微关心咧，尤其伫德佳部分，你嘛知影观音瀑布吼，这拢大家拢讲足久啊，啊，尤其这个景点嘛是足有值得开发的。啊，因为这吼、喔、唔是足困难的，就是讲，看是阿管处要来配合，还是讲，找伊即卖是目前也做迄种吊桥嘛会使，买当吼，会当叫迄种行政团配合，
因为兴盛团嘛有做过这公共部分的这个桥的，啊，再来就是迄个塘湖古道，你还记得无？迄当阵咱就是有林管处甲阿管处配合300万，互恁叫伊遮落去设计迄个塘湖古道，伊迄个吊桥，因为迄个要做吊桥还是玻璃桥，做简单的都可行啦。但是你拢无伫这部分拢无个有啥物进展。我想塘湖古道这件代志，唔是阮无进展，是林管处甲阿管处无要编经费嘿。唔、哦啊、是，你即摆袂使讲因无编经费，因为这后边有卡着管理的问题吼。管理拄好一边是阿管处，一边是林管处嘿。对啊，但是啊，所以就是应该就是当初的时阵，大家有讲好，伊规划会议摆的时阵，因后边爱去编列相关的迄个设施工程的经费，啊，无咱就莫来进行，嘿，啊，所以无就是来浪费这个相关的这个设计费。所以因两个管理处到尾嘛拢甲你讲，虽然咱做出来是可行，但是因两边拢甲你讲这是无可行，吼、哦，啊，所以我感觉阮是管路是去用骗你吼，就是伊来编列就是迄个委屈到咱跳。啊，就是加编的，就是迄个设计费，啊来好人叫咱来做工程。你不要这样说，那个是好意的。无，这一开始的时阵，你观光联系会帮我讲啊，都清楚的。无，是会来含兴盛团配合买晒哦。因为一开始咱就讲好，就是讲如果来咱研究出来是可行，因两边拢要来编的工程经费，但是因到尾两边拢无要来编的经费。因的问题是因为阿管处吼，迄个吊桥的迄个区域有加着段旭村。段旭村就是唔是阿管处的区域在内，家己员报告吼，伊拄啊一边就是林，伊拄啊一边是林务局的地，一边是阿管处的管辖下范围。吼、哦，啊，我想因咧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当初讲要号，文化观光局管府来做的时阵，伊并嘛无通知文化观光局，是事后的时阵才发一个文来讲开一个协调会，然后因两边要出偌济，然后来然后去做，然后我要实施的时阵咧观光连。系核报核迄个汇报的时阵嘛，讲啊足清楚的。如果咱做出来的物件规划报告，那是可行。因两个单位爱编入钱，咱才来继续做。啊，无这个计划，咱就莫来进行。哦，啊做出来的时阵，因特别拢有来开会，咱嘛拢甲伊讲吼，这是有一条路是可行的。哦，但是因到事后的时阵，甲大家咧讲，啊恁做出来迄虽然是可行，但是我拢认为不可行，所以伊又无要编入经费给你。所以我唔爱讲，伊是为困难，互咱去跳。我想这个过程，我想大家人你是想错了啦，因为迄种得甲公所有参与啦，啊，因为得甲公所参与，怕他们的执行能力不够，才给我们嘉义县政府啦。你这样想法就错了。没有，嘿，好，谢谢议员。但是你对阮得甲吼，因为得甲的迄个空中走道。已经慢慢啊冷却啊。其实我们那个张县长吼、哦，伫德加做这个空中走道是真好，啊嘛有带动足侪游客。啊，唔过你无连接点吼、哦，无连接点的话，慢慢啊就冷却下来。所以说吼、哦，我希望你能够为竹崎乡吼，还是讲山区遮一寡观光的部分，你要用心嘞。你要关心嘞，有钱来吼恁做设计啊！你搁讲这个话，你实在嘛过分嘞。不是，我拄仔已经甲议会、甲大会报告才清楚嘿。这所有的过程拢会使等这个观光联系会报的会议记录内面甲还原出来嘿。所以不是阮无用心，是当初因两边就是无想要做嘿，所以甲来。啊，你对观音婆婆的看法嘞？观音婆婆，我想这目。就因阮已经向公所，啊，搁向阿管处、甲林管处已经咧积极咧做相关的处理，所以山区的建设其实阮拢一直咧进行。哦，对，张院长就任了后，其实咱包括就是大坪的温推吼，啊，梅山公园、德桥公园，包括即马志文寺，包括迄个乐满，客家文化会馆等等这些东西，咱其实拢一直咧建设，包括志文社区伊的整个儿童的这样的一个乐园的一个有相关的这个童趣的东西都有在一并的进行，所以咱其实就是一直在打造所谓的带状或者是路线、哦、或者是群状上的一个发展，它本来就是希望它能够连接，
但是公园的管理的权责事实上在于公所，我们能做的东西是建设完之后把它交给公所去维运管理。所以包括当初竹崎的天空走廊跟竹崎的公园的营运模式，我们事实上一直跟公所沟通，我们也希望它能够采取类似收费的方式，然后形成套装的旅游，包括连带可以把就是咱那个基文哦，啊，包括就是有可能就是包括咱这个啊沙亚哦，因为沙亚伊遐拢会有迄个蓝雀哦，啊，包括就是咱那个拄啊讲的六万顶顶，啊，佮得架车头会使佮连接起来，它就不会只有单独一个点。所以阮行公所一直咧沟通，讲上热的时阵，一天会使去2万人，上无佫去要1万人。我甲伊讲，咱阿里山的森林游乐区一天限量8000人。我请问你，一个德甲公园这么小，哪有可能一天去1万人、2万人？所以这种游客的品质是不能够去满足游客他所要求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采取以价易量，或者是虽然收门票，或者是用收费的方式，但是提供更好优质的服务，同时能够让他抵消费，这样才能够让游客能够有更好的体验，或者是采取预约的方式，然后用限量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它才能够延长它整个的热度，然后同时跟其他的旅游点能够连接起来。但是当初的公所他并不这么想，所以很多东西也不是能够超支于在我们的责任是去改造，改造完之后我们希望它能够成功，但是有涉及到维运跟管理上的一个问题，这方面不是县府或者是文化观光局能够单一能够去承担的东西，但是我们能做的东西，不是你们文化观光局要承担，是要多关心，我们当然有在关心，中央推荐，好，像这个观音婆婆有进度，好，观音婆婆有进度，安尼好不好？好，谢谢。来，孟龙，处长，吴处长，啊，拍谁？之前我有提案那个铺子溪啊，我们新港乡三间村一直往太保，然后一直到那个嘉义市那个贤达路那边哈。其实我这边很感谢我们文管局跟我们建设处哈，他们都第一时间我上次临时的提案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就派人去现场会勘哈。那其实这个部分哦，其实这个铁路的部分哦，铁路它不管是做一个观光大桥啊，或者是做一个交通的一个要道哈，啊，其实都是希望说我们文管局或者我们建设处，其实我今天最主要是要拜托我们那个重规处哈，我们吴处长好希望说哈可以整合我们整个资源，包括我们文管局大概现在的那个复兴铁桥，我想复兴铁桥大家也期待很久哈，包括如果说我前阵子提的这一个哈，其实它如果整个串联起来哈，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它整个串联起来，它从嘉义市从后火车站，然后快意生活村、湘湖公园，然后可以经过这个，它不只可以经过一个简单的一个枢纽哈，它可以。经过太保，然后过这个桥之后哈，它往大林，甚至往妈祖大道，甚至往北港，它都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路线哈。那希望说这个部分哦，特别感谢，尤其是昨天建设处处长又在这个开会期间，他昨天下午特别去新港哈，陪我跟所有的乡亲在那边。看了3个钟头哈，特别感谢他啊。当然，文管局他之前提案第一时间就到现场去会勘哈，希望说这个我们重规处哈找个时间哈跟我们希望处长哈，你也能我们两个局处的处长哈，其实都很关心我们新港乡的这个整个观光整个的发展跟宗教的发展哈，我邀请哈这个我们重规处找个时间哈。一起到我们新港乡，一起在这两座那个以前旧有的铁路，旧有的这南光国分车这个铁轨咯来看卖讲是咪讲有啥物办法吼，咱以后这个云嘉街的部分吼，我想总共有机会云嘉街的部分，我想以县长的如果这两个做完吼，以县长的人家就看到县长的远见吼，他提前就已经做这个嘉义市跟嘉义县跟嘉义县还有云林县的这个整个串联吼。希望说这个部分我们重规处处长找个时间，不管是我们建设处也好，我们
公安局也好哈，啊一起去我们新港哈，一起去现场，我们去会看一下，好，好，这个部分，好，我想谢谢叶议员哈，但我只要好謝謝，我只要感谢你说第一时间就去关心我们新港了哈，还有我们建设处哈，谢谢大家，谢谢。好来，吴议员。我们来请警察局长，好吧？来，局长。局长，我知你对基层做起哈，所以很体恤哈，你的下属，你的部署哈。最近的话，咱的警察办公室的话哈，咱的分组所加。分组所甲分组所会重建的足多嘛，啊重建足多话吼，啊伊最伊较新的设计就是讲，局长你感觉讲艺诶咱这个艺术厅有凉无？艺术厅盖好。有凉啦吼，啊那么安尼话啦，咱旧的厅城的话啦，尤其讲吼坐当硬塞吼，是毋是讲？咱的办公室会比较热，会比较热，对。啊，本是想要了解讲哈，即基层的监管的话，咱要叫伊讲保护哈，人民的保姆要保护百姓的安全哈。那么这样子的话哈，因为办公的所在的话啦，那如果讲足湿热的话啦，你认为讲伫内底敢挡会掉？这一部分的话，当然我们就是目前大概有增购。几部的那个冷气的哈，但是就有关温度的部分，大部分都是设定在大概26度到28度中间的。那当然，如果西晒的话，应该是可以温度还是可以再降一点。咱有买冷气合一嘛哈，那么安尼为了电费呢？电费变哪？你的办公费合哪济？办公费哦，就是讲咱的办公费本是依照咱每一个单位的环境的因素。哦，一般公务员呢？那这样子，你认为说以这个天气的话了哈，因为电费支出为哈，电费的支出额敢不高？应该是不太够。不太够。是是。啊，不太够怎么办？这部分哦，那无够哦，是阮的警察局的部分哦，会统一运用的，这包括警察局本身啊，加这个公安局哦，有时会统一的运用，看对一个。单位吼，你若讲小可有甲警卫部门有交的部门吼，啊若不足的部门，阮有时会小可截长补短，安尼小可掠来补起安尼。我的建议是讲吼，咱遐新的宿舍的话，我感觉有去甲因看吼，他们的通风设备都做得很好，因为对流，因为窗户的对流哈，空气对流做得很好。可是你旧的听起来话啦哈。因为原料建筑不得安尼，你讲要予伊，讲要做对流的话，修建的部分可能会比那些电费还要贵啦。是不是讲吼那个要麻肥要麻不吃草的话，那是真的是不可能啊。是不是讲吼局长，你了了解看卖，即坐当硬塞，即因为塞少人嘛，好，所以讲即电费的话吼，基本的话电费一定要较凶嘛。所以讲是不是讲？咱设定到26度的话是很好，是很好。可是，因真正有够强，因为电费无够，是不是讲在这个办公费哈，在电费，尤其热天在电费的部分的话，是不是会当掠长补短安尼哈啊来甲斗支援去？因为地方的话，你也拄到哈所长的话较单纯的哈，唔敢去外口募款的话。我看因伫办公室坐个是啊，真正吼，足唔甘的啦。来挂老三弟吼，所以讲，我是建议局长讲吼，甲局长提醒一下讲，他们的夏天电费怎么来处理哈，让因有一个哈，会当放心的环境哈，为保护咱的百姓哈，的生命安全来努力，安尼好不好？好，谢谢，多谢。好，感谢你，谢谢。多谢委员，这本我来。前面解释来做一个调整，做一个改进，谢谢。好，谢谢。好，好啊哈，好啊啦，人刚好被这个处理了哈，该有想到这个处理了哈，我们今天的会快将结束了哈，来。